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首先呢，进行报告事项哦，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委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9日上午9:02至下午1:22。地点：北屯青山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苏巧慧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吴炳瑞委员等39人，列席人员教育部政务处长蔡清华率同有关人员等，主席陈昭吉委员学生。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教育部政务处长率体育署署长列席专案报告、专题报告。政府如何因应体坛多事之秋，便被质询。本日议程由委员苏巧慧等17人提出质询，经教育部政务处长蔡千华、体育署署长何卓辉及相关人员积极答复说明。另外，委员马文君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未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通过临时提案去向。宣读完毕。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委员哈还不到3人哈，所以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哦。等一下等人都到了，我们再来确定议事录哦。那也先跟各位官员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会议室的场地比较小一点，那今天邀请的列席出席的部会又比较多哈，所以比较拥挤一点点，请各位不要介意了哈。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呢，是邀请我们教育部还有科技部部长就新南向政策之高教输出科研合作与高等研发技术人才培育及交流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另外有邀请我们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请假，由副委员长哦出席。还有呢，内政部部长也请假，由内政部移民署哦，我记得是副署长来好到现场啊、哦，谢谢。那呢，我们外交部呢部长也请假，由我们外交部的政务次长侯青山次长。那劳动部部长。对不起，劳动部啊，哈，对，部长也请假，由劳动力发展署的副署长、司副署长出席哦。那我们请这些相关部会单位就上述的这个主管业务呢出席也备询。那首先哈，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啊。那现在在场委员是柯志恩柯委员，谢谢啊。那我想潘部长跟杨部长大家都熟嘛，哈。那刚刚。各位，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一次介绍一次？不用了，好，节省时间了，好不好？好，谢谢啊，柯委员。那我们现在呢，请教育部潘部长进行这个专题报告口头报告，那时间10分钟。好，谢谢，请。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首先，谢谢今天应邀大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来进行有关新南向政策之高教输出科研合作与高等教育技术人才培育及交流，来聆听各位委员的高见。那么在此仅代表教育部啊，那么就相关计划的内容及预算编列来向各位委员提出专题的报告，并请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指导跟支持，让新南向人才培育的计划可以来顺利的推动。那么教育部依据总统府所通过的新南向政策纲领，那么以及行政院的整个推动计划，特别以吸引学生来台就学的教育产业面向为基础，来规划从台湾经验出发，以人为本，双向交流，资源共享，作为新南向人才培育的核心目标。那么期许能够带领我国大专校院开拓以东协及南亚国家的实质教育的交流，深化双方互动及联盟的这样的关系，达成创造互利共赢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愿景。那么以下就计划目标以及方向跟相关的经费编列以及预期的效益，来跟各位委员做口头的报告。那详细再请委员来参阅书面的资料。那么首先就整个计划的面
面向方面主要是分从三个面向。那么第一个是提供优质教育产业专业人才的双向培育，那这部分也分成两的部分一个是针对我国青年学生主要希望是从经贸的管理人文化的理解及东协的语言能力等面向来加强对东协各国的理解跟认知。那么另外是针对来自东协及南亚的这些青年学生，那么希望是能够以台湾的高等教育及技职教育的专业，那么强调台湾经验技术的实作以及华语的沟通来进行。那这部分在新的年度所新增的预算大概达7.7亿之多。那第二面向是针对扩大双向的青年学者交流的这一部分，那么这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扩大吸引不同阶段的东协跟南亚优秀的青年学子到台湾来留学或做深度的研习研究。那么另外也是提供国内的青年学生能够赴东南亚跟南亚地区做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历练跟体验。那么透过学校跟体育以及文化各面向的向西南向国家来进行双向的体育跟文化的交流。那这部分所编列的经费新增的有6000余万。那么第三部分是希望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合作能够去扩展双边交易合作的平台。那这部分主要是从筹组西南向国家人才培育策略的整个规划推动的平台，那么推动台湾连结的计划，那么借由当地我们相关的组织或是在地的留台的校友等来不断的来做扩充。那么以及呢这个台湾跟我们各相对国家的这些双边高等教育机构能够有更实质的结盟。那这部分整个在编列的经费大概1.6亿。那么以下再跟委员来做这相关的细项的这些计划的说明。那么台湾因位于东亚枢纽的中心，那么在气候环境跟东南亚国家是相当的接近，那么在经济跟政治民主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的也比较成熟。那么教育部也本着以人为本用心交流的精神，朝向后子台湾产业南向布局优质的人力资源，成就新南向国家青年跨国学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来创造互利共赢的教育合作跟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愿景。那么具体有依循刚才三个面向那么也提出了如书面资料第3页到第7页比较具体的这些整个计划的方案。那我以下比较择要的来跟委员做一个说明。那么首先针对提供优质教育的产业专业人才的培育面向上面，那么主要有三个我们希望来努力的这样的对象。一个是有关培力我们新住民子女能够具备东协语言跟职场的这个实务，因为新移民的二代那么在台湾的各个阶段的学习已经有相当的人数。那当然到目前为止国中以下还是占比较多数，但已经有部分已经进入到高中职甚至到科大。那这一部分这个二代的这些人力我想未来是台湾以这个东协国家在互动里面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力的资本跟资源。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包含从小的这个课纲实施推动新住民语言的母语的这个教学跟学习。那另外也透过语言的这些相关的活动来更深化东南亚语言的这个学习。那另外也会透过新住民子女利用这个假期暑假期间能够回到父母的这个原生的国家有一个更深层的在文化上面的溯根。那另外对于在高教的部分那么对东南亚语言跟产业学分学程的这些模式也会更扩大来办理新住民二代的专班。那第二的部分是针对我们的大专校院的这些师生。那么能够针对东南亚语言文化跟产业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学位的专班来协助我们来开办。那么包含补助大专校院来办理新南向国家产业区域研究学分还有规划电子商务生医资工以及传统产业的这些领域来扩大
到海外跟相关的这些企业啊，有更多的见习跟实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另外也有相关在学术各方面的开办，我想这个是针对我们大专校院的师生啊，能够有更深度的这方面的一个连结。那对于来自东协跟东南亚青年的部分啊，我们特别专业跟实作华语班的部分，那这部分啊也透过学位跟非学位的这样的一些专班的开设，能够扩大来办理双向的尤其是针对当地国跟在地台商啊的一些产业的需求啊，来培育啊更多的这些人才哈。那详细再请委员参阅。那第二部分是透过奖学金的制度啊，能够扩大双边青年学生的这个学子的交流哈。那这部分在这一次的经费里面啊，除了原来我们对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些学生以外啊，那这一次在新增的西南向预算里面呢、啊，也特别有针对西南向国家的学生，包含本地的学生啊，以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人才养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来透过奖学金来加以支持。那另外是有关扩展双向教育合作的平台的部分，那这部分是会来筹组已经筹组了有关西南向国家人才培育策略的规划推动小组跟建立平台，因为要让我们国内的学生学校或当地国的这些青年学生或这些学校啊，能够彼此有更多知己知彼的，确实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哈，能够来持续的达到利他共荣的这种也比较对焦甚至透过客制化课程的规划，能够做一个永续人才的养成，而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满足学校生源招生的这样的目标哦。那么这部分我想是在整个推划里面的相关的重点。那么有关在整个经费的规划的部分请委员来参阅我们书面资料的第九页。那跟委员抱歉这个单位是千元哈、哦、那这个地方漏列了。那整个在这次的整个经费里面有原来在推动这个计划里面效果成效相对不错的这些计划，我们有扩展扩大这个预算来增列。那另外一个是新增预算啊，那么总共属于在106年在新增西南向的这个计划里面，总共有10亿元的经费啊，是用于对于西南向人才培育的这个政策。那么最后我想在于这个整个疫情的效益里面，我们也有几个目标值啊，那么希望在未来对侨外生啊，每年能够以20%的比例来成长。那到108学年度啊，希望这个数值啊是以5.8万为目标。那每106年呢、啊，我们也希望这些短期的研修、实习、见习啊，增加4000的人次。那么对于一些实质的人才的培育啊，再请委员来详参书面的资料。那么最后为了确实能够掌握西南向我们东协及南亚各个国家的教育服务市场的需求，那么引导我们国内各大专校院能够去发展知己知彼利他共荣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育计划，去为所需要的这些人才发展出所需要的客制化的课程跟所需要的师资培育跟创造学习的环境啊。那么这也是教育部后续啊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动规划小组跟平台，来作为建构这个台湾以西南向各个国家在人才培育上面的一个发展的目标啊。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委员，请委员指教。谢谢潘部长的口头报告。那现场我们又来了两位委员了啊、哦，那个钟嘉宾委员，然后张廖万坚委员。那因为委员人数已到哈，我们是不是来确定一下议事录？我们现场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确定上次议事录哦。然后呢，现在接着我们请科技部杨部长来专题报告，口头报告时间也10分钟以内，好不好？谢谢。OK， 主席，各位委员，在座有我们各部会的首长跟主管同仁啊，还有媒体先生、女士啊，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也感谢各位委员对我国科研发展的重视跟关心。我谨就科技部推动西南向科研发展进行专项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指教哈。那为了这个清晰表达一下哈，我们就用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简要说明一下。下一张。
OK， 我们科技部哈，这个推动新南向政策的理念就是以解决区域共同问题以及互惠互补为中心思想，向新南向的国家传达我国共同推动科研合作的诚意，并善用我国科技软实力建构以人为本的区域连结。在一步一脚印的推动过程中，除学院成果与资源共享以外，并兼顾双向人才培育及产业链接，进而推动双赢及经济发展，经济跟社会的发展。好，新南向的国家我们先定义好，现在就是有东南亚十国、南亚六国、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两国，总共十八国。那在这个十八国里面，科技部有三个科技组，一个是在印度新德里，另外一个是在越南的河内，还有就是澳洲的坎培拉。当然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也增加一个科技组，可能是在印尼或者是新加坡。那这个我们也许积极一点，我们可以看在以外交部在他们这个整合或者是在他们 evaluate 这个驻外场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考量。好，下一页。科技部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我们设了一个推动小组哈。那推动小组就由我们这个次长担任推动小组的召集人，下面就是分成三组哈，这个区域学术合作研究组、国际合作平台建构组，另外一个是园区法人跨国链接的那个小组哈，这个三组啊，下一页哈。那个三组的话，首先哈，我们希望做一个科研战略的分析哈，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说，我们这个到新南向政策绝对不能以我们自己为思考为思维的导向去做新南向政策，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哈，多去了解他们的科研的创新体系，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希望知道说他们目前的他们的科技发展政策是什么哈，尤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他到底他的社会跟经济结构是什么哈，由他们的方向也了解以后啊，才让我们哈，让我们这个不管是科研政策，可以实际跟他们，不只是我们得利，也可以让他们一起跟我们共享。因为假如说只有我们得利，对他不利的话，可能我们也推出没有办法永续。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东协南亚国家科研活动与展望研究专案计划，让所有这个科研政策，甚至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哈，做一个比较彻底的研究。另外一个，尤其对这个社会经济结构哈，我们也推了一个东协南亚人文社会研究计划，希望这个研究计划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科技政策、它的人才培育政策，或者说它的留学生的政策，让我们人才培育的时候可以两边互接，做到双赢。好，接下来哈，另外一个是我们建筑合作平台哈。第一个，我们有四个面向，第一个是强化双边科技合作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跟印度、菲律宾、跟越南签有科技合作协定，甚至我们跟这个菲律宾有每年哈每年互访的科技部长论坛哈，这个对我们两个国家的不管是科研政策的互相了解，还有科研人员的公众合作都有非常高层次的对话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在印度或者是印尼可以希望加强对话的层级啊，尤其是希望推动这个部长或次长级的这个论坛。第二个，是我们要善用国际组织的平台哈，因为在 APEC 的这个组织里面，我们科技部有一个台红计划，这是 APEC 资助的，我们要善用这个平台。另外一个，我们亚洲科学园区哈，科学园区也有一个亚洲科学园区学会，这个我们希望用科学园区的经验，可以协助东南亚国家建构他们科学园区哈，提供非常好的经验。另外一个还是就是主要是产业链接了哈，我们用科学园区的这个经验，可以让我们产学研链接提供我们的经验。第三个就是以区域共同问题为出发哈，在台设立科技研习课程，协助各开发中国家的科技人员的提升，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我们在国研院里面有几个研究中心哈，每年都开班
开了非常多研习班，大部分的人员还是来于东南亚哈，这个对他们的科技人员的，不管是研究的，尤其是科技管理的，还有科技促进的这个人员的培育，有非常大的贡献。每一个班，每一次开班都是爆满的哈，所以这个也让东南亚国家对我们科技的发展或科技的实力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也得到非常多的协助哈，这个应该是得到非常多的肯定。第三个，我们希望用区域科技人员交流啊，上下学习交流合作，设置，当然我们跟教育部一样，设置奖学金，但是我们的奖学金大部分都是补助啊。研究生哈，研究生为主，跟还有博士后，跟这个研究计划共同来，协同研究计划来，补助奖学金哈。第四个就是希望加强推动双边及多边的科技合作机制，对合作机制这个东西哈，我们应该做的目前正在推动中哈。下一页。另外一个希望推动学术合作跟产学链接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科国司哈，做了很多科教的一些这个录影带哈，我们希望上次也有委员建议说，我们也有很多可以放在 Discovery 那个直播的一些录影带，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哈，输出到东南亚的国家哈，或者我们这个南向的国家。还有就是我们高阶医疗器材哈，在中科园区目前为止发展的还不错，那个我们会加强链接哈，让这个产学研一起下去，让这个高阶医疗器材可以到东南亚国家去。另外是工程应用科技合作哈，我们在这个防震，尤其是地震研究中心或是工程桥梁方面的这个工程，我们这个也有很不错的这个目前的实力哈，这个软实力可以输出。第二个就是研究资源共享哈，这个我们我们的国研院里面有海洋船哈，有很多这个防灾的平台哈，这个海洋研究的一些议题哈，可以跟他们一起共享，甚至我们农业生物科技，利用农业生物科技几个大学哈，跟这个新南向国家，尤其是泰国、越南有非常多的合作关系，我们会让这个跟我们新农业里面的一个这些计划一起共享。第三个是我们希望解决区域的共同问题，目前最多的当然是防洪地震哈，在东南亚国家印度。第四个是我们希望工程教育 CDIO 的东南亚参加他们的东南亚联盟，好让我们的工程教育，尤其是这个研究型的工程教育，可以跟他们跟他们带动一起跟国际接轨。最后我们科技部希望全面推动新南向科技发展，开创新的合作气象，请委员支持与指教。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杨部长。比较详细的这个预算，我们后面还有两张，等一下再跟大家。好，没关系，我只是在夸奖你一下，有进步的用 PowerPoint， 下次用 VR， 你记得吗？哈。你好，回去准备哈。谢谢我们科技部杨部长的口头报告哈。那现在进行询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每位出席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那列席的委员质询时间就8分钟。那我们呢，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下午3:30。那我们的临时提案就是在质询结束前提出来哦。那处理提案的时候，如果提案的委员跟联署的委员都不在场，那原例就不予处理哦。那首先我们邀请发言登记第一位钟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还有在场的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要有请我们潘部长以及外交部的侯次长，是不是有来了哈？那另外呢，我要特别拜托哈，我们侨委会还有劳动部啊，那么劳发署以及移民署，还有这几位朋友呢，稍微专心听一下，这跟你们有关哈。那是不是就先请他们？好，来部长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只是可能他们需要打 pass 的时候再打 pass。好 ，OK， 好。我都会先泄题。好，部长，
谢谢。那为什么我没有请那个科技部呢？因为啊，我觉得接下来呢，以教育部为例啊，科技部就能够了解了哈。那我当然很肯定啊，两位部长所提的新南向政策。那我想呢，我还是重申一个思维啊。今天我们发展新南向，在教育部的立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力？大概有三个面向。第一个，当我们要往南向发展的时候，打前锋的台商，打前锋的经贸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这是第一个思考的。第二个思考的，不要忘了台湾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而成立的国家，我们的不同历史时期加入的移民都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所以第二个要思考的是，我们要从东南亚怎么样取得台湾国家发展必要的人力。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南向呢是以人为本，而且互相友善的交流，所以对于我们周边的国家，他们可能发展的过程，台湾来时路，他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医疗的人才，需要教育的人才，可能台湾有，台湾也可以帮这些南向的东南亚国家训练人才。这样三个方向，请问部长你是不是同意？是，谢谢钟委员的指教哈。我想目前，在整个台湾跟新南向的这些国家，其实确实如委员所说的，好，这些是我们在培育人才上的一个目标。好，那当然呢，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境外生跟境外的技术能力，在这三个层次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满足哈。因为从你的报告当中，我们台湾需要境外学生，这个学生如果是来自于对手国的，那么他可能可以来台湾教育培养技术之后，他回去建设他的国家，也可能回去他的国家为台商所用。但是呢，境外的技术人力有可能也在台湾为台湾所用。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的少子化造成生源不足，我们这时候很多大专校院却吸引东协各国的学生来台就读，但是呢，城市很遗憾的，多数是停留在维持自己学校的招生，不要倒而已。但是呢，目前台湾的企业呢就讲出来了，我希望说你这些训练出来的学生呢，他是留在台湾为我台湾企业所用，或者会原生国成为台湾的企业或台商企业所用。来，我们来看一看哈，所以一个思考就很重要了。我觉得很肯定教育部啊，这一次呢，针对我们18个新南向、东协10国、南亚2国、纽澳、南亚6国，我们所做的分成8个组啊，一个一个开研讨会，都由次长呢来带领哈。那我这里要提醒您看一下哈，首先要问的是你的人才要给谁用？你是要给台湾船厂用，还是要我以越南为例啦哈？我是以越南例，还是以越南的台商用，还是要给越南用？就是我讲到那三个层次。那么首先，我在那个研讨会上发现一个问题，目前我们教育部思考的方向啊，开始的想法是说，我要用双语的教学，我要训练的这个越生或是台生，他是其实越生啊哈是要能够用英语的，但是不要忽略了，如果你是要给越南的台商用啊，越南的台商很多陶哥也不要讲英语呢，他希望的是干部是会讲华语或粤语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台湾的船厂更不用讲了，台湾境内的船厂它所需要的反而这个劳动力要会讲华语。那么再来看，如果你是要给越南当地国所用，可能它就需要什么？就需要英语。所以在这个时候，依着它未来使用对象的不同，它需要娴熟的语言不同，需要配合的学程不同，学生来的时候的年龄分布也不同。譬如说，如果他是来受高职教育训练的，他可能15岁来到20岁之前，他甚至可以在台湾接受非常扎实的职场技术劳动的训练。他是如果是来接受技专的，他要来娴熟华语，他可能18到20。但是呢，他如果说要加上英语呢，只能更高技术层次的2技、4技科大。但是如果说他是要回越南的学校去成为助理教授，成为研究人才的，他可能呢，他就是。他的本身呢，他的英语啊，全英语的教学就有需要，所以我希望说教育部顺着这个方式去审视你们的计划，了解目前你们所推动的这些内容，它到底是为谁来设计。那我接下来要跟你讲几个问题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华语这个部分啊，是一个核心，不管是越南的学生来到台湾，好，我们这个华语呢，或者他来接受高等教育，或来学技术教育，下一页。好，我现在看到了一个计划，好像送到教育部的计划里面呢，他说希望在对方的高中那3年当中，就让他在越南那里先有1年的华语学习，取得2级之后呢，他可以来办理签证。那么呢，可能我们优先录取越南台商在越南的员工子弟，或是越南外配，好，越妈他的娘家外交当中他的敖涛族的亲家，然后呢，他来到这里台湾的大学呢，台湾的所属有开设华语班的学校。要做3件事情，
第一，要帮他找寄宿家庭；第二，要帮他找打工的机会，因为这里有劳动部在。我们过去常常被指责说假留学真打工，所以呢，这些越南不是侨生哦。我看到侨委会副主委走出来了，不是侨生，越南人，越南来台湾，他学华语，他如果华语华测三级通过之后，他可以在台进修训练大学或短期的技职，或者他回越南工作进入台商公司。这个过去呢，我都很肯定呢，侨委会的做法，因为侨委会的做法是把当地的侨生，台湾的下一代，可能会讲华语的带回来训练，但现在讲的是什么？是当地国的本国人来到台湾，他会先华语。好，请问部长，到目前为止，你对这样的流程，在你们现有计划有没有规划到这么具体的程度？是，谢谢钟委员哈，刚才非常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刚才前一页哈，对于各个不同年龄层跟需求，那他所需要的语言的环境哈，我想这部分也正是为什么教育部会去启动有一关规划小组的对于分成九组的这个概念哦，事实上也就是更深入的去理解，而不只是大学招生旗子进来。那对于现在的流程，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是跟侨委会他们在华语的学习上有两个部会有一个合作哈。好，那你知道问题实况上出在哪里吗？我现在因为你的动 tempo 太慢，我时间有限，我这个问到哪里哈？为什么要请我们的外交部的侯正次在这里哈？因为当这些越南人来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卡在签证外管签证。你知道目前台湾呢、逾期居留、逾期停留的外劳有多少人吗？劳动部知不知道？5万多人，5万5，其中最高比例是哪里？越南27000，但是你知道吗？新台湾之子啊，国中生加起来，国中小加起来有200000新台湾之子，最多的是多少？87000越南。你会发现越南这个国家，我举这个为例哈，他嫁来台湾生的孩子最多，那边进口的劳动也最多，脱逃的也最多。所以呢，当移民署副组长在这里，我早上也问过了，当移民署发现说我去查缉的时候，这些很多都是来自越南，所以就跟外交部讲啦，请你们好好的前端把关紧一点。外交部怎么做？逐一面谈，从严审核，学生进不来了，很多学生就进不来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呢，这里面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外交部要接受移民署包括劳动部来做这个从严把关？因为的确外籍人士来到台湾有些问题，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台湾社会我们对外劳的接受度，我们是比较持一种不得不负面保留管制配额，但是这些学生不要把它视为是取代外劳的劳动力，它是未来那三种人力的来源。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教育部要加强让它跟外劳区隔的机制。什么机制呢？第一，它不是企业引进的外劳，学校帮他找攻读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早年台湾到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留学的时候，国外的大学是有帮我们台湾的留学生找攻读机会的，那个不是打工，那个是打工，但是不是外劳。第二个，寄宿家庭，如果你年龄层推到15岁，这个孩子呢，他的确需要比较安定的环境，不是放在宿舍里面让他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呢，台湾的很多可以当接待家庭的什么外配家庭，如果你能从寄宿家庭跟学校帮学生找攻读机会着手，这样进来的学生不会是成为应该申请外劳的台湾企业假留学真打工的外劳，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是，我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看到这个非常深入，也是过去几年我们碰到的瓶颈哈。所以在这些方案的规划，跨过部会，我们跟外交部还有劳动部，一个是签证进来的这个部分啊，要重新再做一个整理。另外是好，来这里问一下，那你们现在签证的部分怎么跟外交部协调？现在目前就希望要不要外交部讲一下有没有？因为时间不够了哈，赶快。现在我们从这个9月1号开始啊，就已经都开放电子签证了。电子签证很方便。我跟你讲哈，现在最差的、最糟糕的是什么？领务局取代教育部去审查这些取得台湾入学许可的学生，他的证件有没有真实啊？照说学校台湾的学校发给入学许可之后，外交部啊在签证的部分是审查有没有相符，就可以让他进来了。但是现在呢，外交部说这些学校呢常常有没有到了这里就休学了。是学校不负责任，学校不负责任找谁要求？找教育部。所以教育部要严格把关，才能够呢跟我们的劳动部、经济部、移民署
跟领务局啊做密切的联系，确保这些学生不会成为啊真的外劳。啊，再给30秒好吧，我把它讲完哈。那所以说，我是说，我要拜托教育部，我的诉求就两点。首先，你要积极的推动新南向政策，啊，你要有一个部会的联系平台。这个联系平台呢，不能是任务编组式的，必须有一个专职的机构来。我连办法都帮你想到了，就是你要有一个专案型的公社财团法人。我帮你整理一下，你教育部有哪些公社财团法人？你看一下，我们教育部哈，你在100%或50%以上捐助资金的，有这些基金会。你有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有同军文教基金会，有中心工程、中小学教职员工、幼儿发展、社教文化，这当中我都是挑50%以上由教育部、由我们捐助基金的公社基金会。部长，你打算用哪一个来做这个事情？谢谢委员这建议，我们来做一个研组哈，因为现在教育部或我们几个部会都有专案的小组哈，像教育部就是陈次长，专案小组是任务编组。我说你需要一个类似像专设的公社财团法人来帮你推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们目前是找这一个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说，这个基金他聘了8个跟9个专任人员，他过去不是否南向的，他现在成立了之后呢，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你要换也不好换。那可能我想教育部呢，你可能说啊，那干脆我重新成立一个专案，重新成立一个公社财团法人，或者你把既有的财团法人做一个整并，为你的南向政策以10年为期来做规划，好不好？好，这委员谢谢这个建议，我们来研处好不好？好，那这样就我就把我该讲的讲。那我拜托教育，拜托外交部好，拜托你们的领务局、你们的外管在审查签证的时候，不是直接问我们的移民署，哎，哪个国家最多人跑掉，我就从严。你应该问来的人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规范应该由主管机关来设定。外交部在第一线把关，但不是自己发明规范哦。他的华测呢不到2级，我就把他踢回。有时候是来学华语的，到华测1级、2级，我们那就会补救。拜托次长跟部长，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部会里面，赶快把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谢谢大家。好，谢谢钟委员，谢谢。好。没啦，哎，讲得很实在。接着我们咨询的委员是柯志恩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部长，教育部长来？潘部长，请。委员好。嗨，部长好啊！我想我今天的破题开始呢，就会告诉你，就说新南向一点都不新。我从我的这个论述里面来跟部长来做一一来做一个讨教啊。目前呢，你所提出来的这个部分里面10亿的这个经费当中呢，我们一一来解释你今天的报告当中呢，其实呢，你有3大项主轴，29项的工作计划。但是呢，其中呢有10项是新增的，有19项是既有的政策。这个部长没错吧？因为呢，我观看了你们过去所提出来的深耕东南亚计划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精神跟主轴是跟过去我们所沿用的部分是几乎是精神是完全一样的，除了多增加的一些像是送我们的新二代的移民回去他的那个地方，或是把这个东西也有像是我们多让我们的学生到东南亚去做研习，这是比较是新的。但是呢，29项当中呢有2/3是属于延续过去旧的，所以部长新在哪里？是我跟谢谢柯文，我跟委员报告哈。如果委员从教育部所提的计划的经费的方向哈来看，就会看到我想过往我们是真的大学是招生，不是为跟新南向做更多有关人才培育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样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对我们这样的部分有没有用。我们其实政府是从1993年开始的就有所谓的南进的一个说帖，你知道吗？韩国那个时候也是，可是他们那时候大举进入之后呢，你像胡志明市里面的社会人文大学里面有一半都是韩国的学生，我们的学生是寥寥无几。那这个部分呢，就显示出我们每一次口号喊得震天响，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让它变成再是一个口号了，所以我们就要一一来落实这些。所以我们就检视着你所有的这个部分呢，我还是要问具体的做法在哪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对于新南向的公费留学生奖学金，过去是一个，现在多增加了10个，现在总共有11名，你觉得这够不够？
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如果以一个年度的计划，当然不能看到这个纵观了，那所以特别谈到我说新南向在过往因为奖学金的部分大概都是我们跟当地国一个比较属于高阶，我们应该有目标性的人才培育，我才会用奖学金来支援。说十亿呢，你可以是多也可以是少，如果你撒下去都看不到成果，那个叫做不用撒也罢。你如果真实要去做，真的要把南向推上一个非常实质的层面的话，十亿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检视你所告诉我们的这个部分。说实在的，所以我出来问具体的做法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很多留学生，不管是过去或是过来，你会发现人数都非常的少，对不对？在我们过往当中，你就是把纽澳放进去，你会发现纽澳的人是最多的。其实部长，我可以稍微请教各位，可以在场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过去国科会做了3年有关新住民的这个认知语言的一个一样的研究。我只请问，如果有一个日本籍的妈妈嫁到台湾来，或是从一个美国籍的妈妈嫁到台湾来，你觉得她生了小孩，夫家会不会希望她学日文跟学英文？会不会？从小就希望他讲日文嘛，从小也会配合他双语嘛，特别是如果说是美国籍的话，希望他讲双语嘛。我们现在连那个外劳都希望弄菲律宾的，因为他可以讲英文嘛，这点没有问题吧？那如果你今天嫁过来是一个越南的或是柬埔寨的，你觉得婆婆会希望他用柬埔寨语或是越南语来教他的小孩吗？我想跟我没有，这是常识问题。哎，部长，这是常识问题，不是教育问题。不，委员，这一定也是教育问题了。是你认为的？你认为从我们会定下新南向，没有，我自己就表示，这是一个国家在整个思考跟这个相关国家。部长，我告诉你，因为我做过这个研究，我告诉你，像目前我们几乎有20-30万我们说的新住民的孩子，可是他们几乎有3/2是不会讲他的母国语的。可是他妈妈如果是讲的是英文或讲了日文，我告诉你，全部双语都并通，所以就反映出一个我们台湾其实对于所谓的东南亚的这个新住民，他们母国的语言基本上是歧视的。所以我今天看到你花这么多时间，要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送到那边去念一些东西，你还编的经费，我说实在，我觉得还是蛮有点讽刺的。如果今天全台湾能够打从心里尊重人家的母国语言，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去用？今天就不用你派出这么多人，还要送出去，还要花这么多钱过来，部长你同意吧？是，我谢谢委员长。不过我还是跟委员报告哈，过往从大量新移民到台湾来，台湾社会对新移民的不是那么深入的了解。经过了这10多年来，我觉得台湾的价值观是应该改变，包含很多新移民的二代的孩子的学习成就未必比本地。当然是成就好，新妈妈很认真，而且妈妈都被迫用国语去教他们。我现在只告诉你，我的研究是告诉你，妈妈用母语来教孩子，基本上跟用国语来教是一样的。而且现在很多新住民的妈妈，她的学历都比爸爸还要好，所以我们凭什么叫这些妈妈一定要问？这当然不是，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所以我要特别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对这个东南亚是太不熟了。你光是看这些国旗，部长哪一个是印尼的国旗？我时间有限，哪一个是印尼国旗？它是最大的、啊，各位，哪一个是印尼国旗？告诉我，从左到右，第一个，左到右，哪一个是印尼国旗？哎，你不要打 pass 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显然我们黄国书委员他对东南亚还蛮熟的，所以我只告诉，所以谢谢委员，我说这个新南向也正是台湾面向这个整个世界，我觉得应该有新的思维了。没有，那教育开始会是一个重要的起步。当然，是因为我告诉你，现在即使我们要弄这个教科书里面，连教科书里面我们要找这样的师资都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说这长期以来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当告诉我说从新二代要往外面去做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能够让大家的氛围能够找出一个文化的尊重，教育部就可以省出非常非常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你除了哇，这个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你除了告诉我们是这个部分之外呢，我们发现我们你看很多大专院校，不要讲别的，我比较熟悉的淡江大学，它以前有个东南亚研究所，然后改成亚洲研究所，因为亚洲所也比较好听嘛，现在呢也没有了，今年招生就没去啊。为什么招不到学生？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个师大，我跟他们学生访谈过，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本地越南的、印尼的过来，他们这个海外华语文这个华人研究中心也没了，因为还要并入到所谓的华语文教育。教育部在推动这么多这么有指标性的学校都没有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教育部不是有提出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东南亚的语言吗？我们来看一看最有指标的台湾大学，他把这些什么有的没有的越南语、印尼语全部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日文系。请问是东北还是南向啊，部长？是。他把这些系全部放在日文系。我刚才提到这个，这也正是说，新南向不同
同，教育部在策略上的不同。过去教育部就是带着大学过去招生，但是不给学校有多的资源跟去为当地学生的需求去做客制化的课程跟师资啦，包含一种学习环境。我认为教育部这一次在提列的经费上面，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你的经费上面，我还是要说你只是非常的浅层的 touch 到一个部分。像学校出去的话，当然是因为生源的问题啊，所以他们都会到那个印度啊、印尼啊、马来西亚去做这些的部分。所以委员，这个我也是担心，如果只从生源去解决，不是帮人家在做双向人才的培育，所以我才问你具体的做法嘛。所以我为什么会启动九组的深入的去做当地国家的这些深入的研究？你知道人家的需求，愿意去帮他发展出他可以去培养技能也好，或专业技术的。所以呢，那这些也正是我们应该去支持国内的学校。但是我完全赞成南向政策。最后你把这些相关语言变到日文系去啊？那你就叫台大。改进一下，然后就很多既有的已经是很有基础的这些学校里面其实进都没有，所以我才说挂牌的部分，像台北国语那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挂牌，每个人都去，哦，那是捧着新南向。真正已经非常有基础的一个岛然后都没有，然后呢问的教育部，他说大学自主。这个时候你如果这样落实这个部分，你就要好好的扶植这个，因为不是只有语言，还有很多的文化。当这些找不到的时候，所以我才说嘛，新在哪里，旧的好好把它做完，就已经是可以让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往前推了。所以我建议教育部应该好好的盘点我们既有的基础，怎么样去强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更不要说，你也提到都是，也希望我们那边的，我们在越南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华侨，也能够不是华侨，就是当地人也能够了解我们华语。好了，我们就来看了。现在目前呢，你看。我们这边的仰光的华侨中正中学，我们在这个部分，还有仰光的正友中学，这是他们都告诉我的，快垮了啦，你知道吗？一个学校呢，几乎已经完全不足，设备老旧。另外一个呢，你看他们基本上多可怜，侨委会我也不知道侨委在做什么，他们这些学校完全都是在帮我们延续我们这个华文的文化，结果呢，他们竟然还要买这些书完之后自己 copy。然后再给这些当地人或是他们这个华裔子弟来去做。所以呢，外交部、侨委会、教育部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面，到底是如何能够让他们能够来去做发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要去做一个整合嘛。现在几乎很多人都提到，教育部有做他的一套，外交部有做他一套，侨委会有做他一套，三个基本上都没有好好坐下来喝咖啡聊是非，部长。这真的是一个现有的一个状况，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说，你需要去盘点。我们基本上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基础，可是你如果不盘点的话，你就是为了要提出一个新的计划，或许部长有。如果你能够落实的话，十亿我们还可以加码。如果你只是像过去一样，只要来交差了事，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我们有这些，那我告诉你，十亿实在是太多啊。是，谢谢委员，柯委员刚才提的，其实教育部就是希望从盘点，所以有一些基础是应该再去强化投入资源的。一定要先盘点，盘点完之后，对人家已经既有的东西该加强。还有，我还是强调，真的最重要还是尊重我们现有的，这有二三十万个大军要去用，把他的妈妈的五国文化好好的去尊重人家，人家妈妈用他的母语来教这些小孩，这些小孩是最大的生力军，不要花钱再砸过去。那基本上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策略而已，好不好？主席，可不可以让我回答三十秒？因为好，这两个学校是指名到那个侨委会啊。我想柯委员，我非常佩服你的那个质询啊。实际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地的这些来到台湾为我们生了台湾之子的这些母亲，我们一定要先尊重。不过你刚刚提到侨委会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补充一下啊，我们。侨委会每年寄到海外侨校六十几万本的这个教材，那缅甸呢政府哈对于我们的华文教育是非常的戒慎恐惧，所以呢我们的教材到海关去都被拦下来。那但是缅甸有很多老师还是希望可以教，所以他们是用影印的，他们用影印。那我们现在侨委会突破重重的关卡哈，我们为了缅甸编了特别缅甸版的华文教材。那现在因为缅甸政府比较开放，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缅甸找到印刷厂可以帮我们印刷，所以我想最慢明年我们缅甸就会有彩色版的我们台湾的这个教材。好，谢谢做的这个回应。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他们那两间学校设备也非常的老旧，非常的破旧的，他们是最历史非常悠久的
在传承这个部分，如果侨委会有钱的话，把他们的玻璃，把他们的那个墙壁，好不好？这个部分，柯委员不会设计这个。如果侨委会有钱，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他们。问题，我们一年预算只有十几亿、十三亿，那跟教育部好，明年还被砍十分之一，挪一下，挪一下，或跟外交部挪一下，明年还被砍十分之一。所以我有时候批公文也批到非常的痛苦，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可以按照他们的需求，包括粉刷费用都来跟我们要，桌子椅子的费用来跟我们。那就跟教育部好好，教育部的钱比较多了，教育部钱比较多，他的零点五就等于教外交部一年的经费，就跟教育部要。好，谢谢各位，谢谢。通通都要补助了哈，很能尽我们的能力，我们通通要补助了哈。好，那接着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潘部长。来，部长。黄委员好，黄长你好哈。讲到新南向，我们这个报告里头，当然主要提到高教输出科研合作哈，那里头还有提到文化跟体育的交流。那文化跟体育的交流，当然我们也很想来了解。那现在教育部啊，到底具体的计划跟想法是什么？体育署今天有没有人来？副署长啊，好，来，王副署长来。副署长，好，你们有想法哦。你们说要充分运用我国丰富博物馆藏资源及体育人才，与新南向国家进行文化、体育及终身学习等方面的交流。好，补助体育团体及学校运动团体出国参赛、异地训练。你有提到这个。好，我们来看看你们在预算的编列，体育署该有事情了吧？可是体育署的预算是零哎，体育署的预算是零哎，然后体育署也有想法的，要扩展与新南向国家足球等体育运动交流。好，是这一点，我先跟在预算面，我跟委员做个补充报告哈，因为当时新增预算十亿元的这部分，原来没有计划，新的计划也没有，应该是说原来在体育或所谓的文化，指的当然是我们相关的博物馆了哈，社教的馆所，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哈。我想要真实的反映，因为外界都在说这十亿是真实还是假的，我现在问了，那体育署到底有没有新南向的预算？我这样问好了。哎，谢谢。你现在提给我们的是零啊？有，谢谢委员了、哦。我们现在是有了、哦、我们是在106年度的预算，现有的预算里面呢，有7100多万。啊、有吗？有7100多万。然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打算要做什么？我们有16项的计划要办理。什么计划？那你看，那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因为我们是……那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到你们送来的资料啊？我这个都是你们今天送来的资料啊，是零啊。因为是并到现有的预算里面去的。所以我不了解现在体育署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有16项计划，等一下再补充给委员。但是想到我跟你讲，讲到南向政策，体育是不是要思考？体育外交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讲体育外交嘛。冷战时期，中国不是用乒乓外交跟美国开始有一些关系嘛？所以体育外交其实也应该开始重视嘛。是是，我那个时候在政策会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哦，就东南亚国家有一些体育的强项。那我们也该应该给他们去交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啦，好，就算你体育署有计划，我看到你们也大概只是想到我们用补助嘛，你们去活动啊，我补助给你们嘛，大概就这样的思维嘛，这太消极了。我觉得我们要拿到一个比较战略的思考，我们如何体育南向这个议题，这个命题。好，我给你看，国际的体育组织最上层当然是国际奥会嘛，啊、哦。第二大概就是亚运会嘛，哈，亚奥会了。第三个大概就是东亚运动总会。好，我们台湾大概就是东亚运动总会，所以我们没有参加东南亚运动会。好，我的意思是，我们体育署有没有认真去思考台湾可不可能去东南亚参加他们的东南亚运动会组织的相关的体育赛事，可不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想过？跟委员报告，我们这边呢，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东亚啦，所以参加东亚运动会啊。我知道，我知道，好，是参加东亚运动会。那刚才委员所提的这个，我们再去研究看看。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好，但是我跟你说，哈萨克哈，他以前也是参加亚洲的，现在以前也参加东亚的，现在参加中亚了。好，以色列参加什么？以色列没有参加亚洲的，以色列是参加欧洲的。以色列
是从他的足球是从亚洲足总到欧洲的足总。我的意思是说，地理位置可能是过去的惯例了，但是也不是一成不变了。我们台湾啦，我现在举例子给你看了。我们台湾的，我讲足球啊，体育署你们也刚好提到足球哈，我跟你们讲足球好了哈。台湾转籍过去就有潜力呢。1973年以前，我们的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叫中华全国足球协会，1973年改名了。然后1974年因为退出联合国，所以就退出了亚洲足联，去参加什么？1975年参加大洋洲的足协。有参加过啊，那大洋洲跟台湾地域关系那不言可喻了，啊、哦，好，那1978年因为名称问题，然后被大洋洲搁置会籍了啊、哦，然后后来又恢复了啊、哦，到1989年重返亚洲足联。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是可以参加的，那你凭什么跟人家参加？人家要让你参加？就看你的政策，你们的策略啊，你们是不是愿意把体育外交这个事情当成是你们南向重要的策略？这个体育署要开始去规划了吧，要开始去想这个问题嘛。哦，在东南亚的强项是足球跟羽球，那羽球只有在亚洲啊，他们没有东南亚的羽球赛啊。但是足球在东南亚，他们是有东南亚的专属的足球赛，其实我们可以去参加，我们是有机会的，所以这一点我建议你们体育署好好去思考啊。我们如果说整体的运动会啊没有办法参加，那至少单项协会可不可能去参加东南亚的体育组织的举办的相关的赛事？有可能，有机会，这给你们参考，好不好？好，谢谢穆远。好，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是因为参与我们相关的运动组织、啊、当然啦、啊，尤其单项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可以对口的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来做一个演组哈，是。当然啦、啊，那东南亚的会员国哈，现在有几个？有11个啊。然后我们东亚哈，现在是8个啊。那东亚的组织当然还要受制于中国了哈。不过这个很复杂的情势，我们不谈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努力的话，其实是可以参加了啊。我们从单项协会做起，我们就从足协开始做起，好不好？好，好。我现在在提到啊单项协会的问题啊，我们还是看到有非常多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解决了哈、啊。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争议很久的这个橄榄球啊，终于募到钱了，可以去比赛了。你知道这个橄榄球，我们这一次如果没有办法去斯里兰卡比赛啊，我们在香港啊，在韩国比赛的那个成绩啊，我们现在在8名里头还维持到第6名。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斯里兰卡，我们就没有办法保住亚运的资格了，那个前6名就没有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斯里兰卡的足球赛的原因，竟然是因为筹不到这40万。太夸张了！我们一年给橄榄球协会多少钱呢、啊？一年，我们一年给他700万呢、欸。这些钱足球协会花光光了，这么重要的赛事没有钱去参加了，还要搞到橄榄球的国家队的教练自己在脸书上去跟人家募款。今天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说了，在脸书上也说了，他感到欣慰募到款了，但也感到遗憾啊。所以我要提醒你们啊，怎么会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体育署太丢脸了。好，我再讲一个更丢脸的事情啊。昨天的记者会，今天的比赛，我们台湾的女足球队啊，要跟泰国队今天晚上要开打了，要开踢了。昨天的记者会，我们国家队的总教练沈颖啊，没有出席。为什么大家都在找这个总教练？为什么？因为他的签证是免签，他没有工作签证，他没有工作签证，所以如果没有工作签证，他在台湾啊，等于是非法打工哎、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是今天去追究这个原因，才发现
原来是这个问题，外交部也跟我证实了，他持的是免签证，他没有工作签证。我们台湾的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我们重金礼聘去请来，人家日本也很善意的派了两个重要的教练来台湾，结果我们的足球协会呀，没有帮他们办工作签证，为什么？那体育署也不知道，一无所知。那这个钱谁出的？国家总教队的钱谁出的？体育署出的。体育署怎么出？体育署把钱给足球协会呀。足球协会就这样子，也不帮他们办工作签证。让我们的国家队的总教练的外籍教练啊，等于是非法打工。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体育署要改革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啊。如果我今天不讲，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啊，我要利用今天这个质询，我要提醒教育部我有非常多的意见了啊。推动单项协会加入东南亚组织，不然的话，你们的外交，你把体育外交政策、新南向政策都会沦为口号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要出去比赛补助这样子而已。另外，我们也希望教育部、劳动部要积极介入我们的国家队的总教练，如果有外籍的教练，帮他们取得工作签证，这一点可以答应吧？可以吧？好，副组长，好，我们要全面检讨，如果有外籍教练的工作签状况。内部人员的疏失，各个单项协会有太多问题，都要去彻查了解，好不好？好，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是，谢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专题报告，为什么要请外交部？为什么要请相关的其他单位到现场？对。好，接下来质询委员陈学胜、招委。主席、本会同仁、两位部长，还有我们老同事啊，田副委员长，大家好啊。请潘部长。来，部长请。部长，反正这个新南向哦，过两三年后就会证实它是一场风、一场梦，所以就闲聊就好了。但是我先跟你讲，没有新南向之前，有没有现在有新台中？有没有新台中政策？教育部？不晓得。我请教一下部长，你就任到现在为止。你来过桃园几次？哎，我们大概有两次，但不是非常正式了。是，你台中在九月一个礼拜去过几次？我很严肃的请教你。是。九月二十二号你来到台中参加卓越奖颁奖典礼，九月二十八号又来看灾，这一次台风灾情最严重在高雄。你却留在台中看灾，为什么？难道除了我们本会委员有很多是来自于台中之外，还是你心系台中？不是，这个中间部长特别跟你请教，你已经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现在很多人都把台中列为部长心中所爱，一阵风就起来，吹起新台中风，这就像新南向风一样。部长，他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就是来自于一阵风，一个人就带动了一阵风。所以风过了就没有了。是部长，委员长，这个让我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讲很简短的风灾。闲聊嘛，没关系，闲聊。风灾我走过，从台东走到高雄，再到屏东，再到台中，到苗栗啊、甚至到最近应该是前几天哈，所以我走过的，因为几个台风，是因为我认为在第一时间里面我所到达。部长，我现在跟你讲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过去在台中服务，只到台中，不可能哦。已经很多人讲，现在教育部，我想我应该知道，因为包括你提拔了一个台中的前副局长，教育局副局长做我们的署长之后，这个台中风吹得很响。我特别提醒部长，你要面面俱顾，不要无端起风，这样风没有基础，风过就没有了。新南向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清华大学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新南向，当时响应我们前某教育部长，要在几年之内要在印度送进台湾一万名华语老师，你知道吗？现在连一百个都没有，他连预算跟教育部请都还请不到。这就是真正的新南向政策，相信了政府最后的下场。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橄榄球队，我很想讲。他就跟教育部申请新南向嘛，我在斯里兰卡比赛，新南向，懂吗？部长，就不要自己去筹那三十万、四十万。
现在每一个部会都是去挂新南向，可是真正需要钱的单位现在确实在那边等，没有及时雨。部长不要小看这十亿，这十亿是很难得得来的钱。是我们的次长说今年我们新南向已经有28000名的学生，3年后会有58000名，不要骗我了啦。我不知道到时候他会不会在，到时候如果他还在，看是谁把那个话吞进去。今天如果真正要让台湾有学生，不用花钱买学生，你只要让他在台湾解决就业问题，台湾学校也就招得到学生，台湾的工厂也招不到劳工。今天你不去解决问题的核心，就编预算去招奖学金去招学生，这就是花钱买学生，要从28000增加到58000，不可能了。我刚跟我们委员讲，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他不是没有自己心目当中最好的学校，他不是一片蛮荒之地耶。以前英国殖民过的，他会去英国；法国殖民过的去法国，跟美国友好去美国，甚至去中国大陆，人家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宗主国。台湾跟他的关系，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片蛮荒金山，随我去，招应就来。部长，不要这样子，这个风不能乱起，可以吗，部长？我可不可以简要说一下？你简要说没关系。是，我想过去喊出南向，但是给什么学校资源，给学校什么行政上的支持，其实这是最大的差别了哈。那这一次，刚才谢谢赵委所提到，十亿这个资源，其实真的是有计划性的去对我们跟新南向国家，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学校哦，因为假如我们的学校只是去跟人家招生，而并不考虑别人的需求，一味的你只要来补充我的生源，我想这个大概是走不了多远。包括刚才委员也提到说，过去曾经有喊过10000名的，我觉得就是少了后面的具体的作为。但是这一次在整个做法上，我会比较倾向稳健的是，应该来讲是当地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我们所搭配的不是喊出一个响亮的数字，但是你最后你根本没有往下接续的。部长，你们已经喊了28000到58000，我等着看，3年后我还在做例子。是，所以这一次用我已经看得到，部长用相当的费用是在协助。我跟你讲，连高雄那个永达被关的学校，他都曾经去越南招过学生，就因为他招的学生就是在职专班，在台湾建教合作，在台湾工作，结果被抓到记点，结果这学校就关了啦，就这么简单了。每个学校都已经找过很多出路，他们想的比部长你想的还要再聪明了。所以部长，这个闲聊就闲过了啦。但是我请部长不要把钱乱花，全台湾各地有好多学校，不管校舍老杯少、教室老旧、危险教室，那个十亿可以救多少国内的学校？这个十一阵风吹就没有了，但是学校的这些国内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部长，最后我只花时间再问你两个问题，还有剩下4分钟。第一个，我们的经典赛是不是就今天就拍板定案？今天本来署长要来，我要问他还要不要留任呢？经典赛是不是就拍板定案了？我们的职棒是不是就从此不参加明年的经典赛了？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现在总教练跟教练团成型后，这50个人的大名单确立，那这个确立其实都是希望把国内最优秀的这些棒球选手纳进。拉米狗已经表示不参加，拉米狗打击超过40%的大王都不能参加了。部长，你这个部长能做什么事？体育署能做什么事？跟委员报告，我想因为之前大家彼此之间两个组织没有形成共识下，但我想国人所期待的是台湾应该有个最强的棒球队，这是全民嘛。对，那所以我也昨天在总咨询我特别提到，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也不断的一方面希望教练团能够把全国最优秀的职棒选手放进来，那之后我想对于各个尤其4个球团我想我们都会陆续的再来沟通，因为这是台湾的。要提到礼拜一的小英的汇报吗？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部分啊，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球队，也许在过去形成共识的过程不是那么的有好的共识，但我觉得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棒球队，行政部门应该全力以赴，我也会全力以赴，好不好？我希望部长这件事情展现您的是真正对国内。我昨天已经透过几个系统，拜托我们的球团，台湾人民所看到的球队，不要因为个别的一些这个可能没有形成共识，让球员少了表现的机会。好，所以我一定会朝这个努力。我希望部长作为你重要的目标，因为他是代表台湾人的情感，是，这是一个台湾人意志的表现。是，他比你什么新南向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个棒球也决定了成败，也决定署长的去留，对不对？
委员，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好不好？这个我想看委员的期待，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好，最后还有两分钟，再问另外一个台湾教育界很关心的事情，招联会。招联会这两天要开会了，对不对？大学、大考中心招联会。哦，他们常市长说是常会，是。是，那是不是会决定了我们这个接下来推增跟这个考试的比例？方案不会成为。跟招委报告哈，我想大学入学考试这件事情是关系到全国学生的非常重要的哈。那教育部这个高教师只是委请他们去做一些草案哈。那重点还是回到教育部会去做最后的整个在做讨论。我请教部长，招联会有没有做过一个内部的调查，跟相关的教育团体、家长、学者、专家调查过，是不是有绝大多数的倾向于把目前的考试延后，让这个申请跟考试能够一次分发，有没有这样的趋势？他们应该说在当时做规划的过程有征询过办公厅会，也涉及到了不少的这些意见，包括刚才赵伟所提到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将近五成的支持把这个指考跟分发把它考试两个把它摆在一起。因为这个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哈，因为现在我们现行的考试造成高中学生高中学校在高三下学期以后的这种状态，这是要面对，这不只等到我们说新的考试开始，我也请国教署应该在现在高中阶段、高职阶段，这个现在的这种有的学生已经确定定位了，那现在没有一国两制的混乱现象，希望部长在你手中是能够好好的去改善，这个是绝对是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不是等新制的考试。我觉得现在就是存在，所以我也当时也请国教署邱署长邀集我们相关的这些高中的学校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能不能将这个已经很明显存在的现象，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是部长，为什么今天把议题切得那么碎？就是因为大家想问的问题真的非常多，但是新南向我还特别在强调，新南向不要花太多的心力，这点我真正把国内自己本身的教育做好，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才是真正的关键，这是我今天质询的一个真正的。谢谢招委、奥委跟招委报告，我一定会务实的去推动这件事，不会只是一个口号。好，谢谢。好，那陈招委，刚刚我们侨委会副委员长说要回应一下啊、哦，抱歉了，30秒了，谢谢。抱歉，因为哈事实上我后来进来侨委会，发现侨委会长期就要做新南向的工作。我们侨生政策40年啊，我想陈委员非常了解马来西亚现在大概有30000多名的留台校友会。都是从台湾的大专大学毕业，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些侨生大概就有7000多位啊，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就像刚刚这个陈伟林讲的啊，有很多他们要到欧美去留学，那中国也正在跟我们抢这些学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也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侨委会在东南亚。在世界各地这些侨校教正体字，传承我们中华文化，正体字这些侨校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教出来的孩子，正体字的教育教出来的孩子，他事实上如果要留学的话，他们通常会选择台湾做第一个优先顺位的考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而且我们也长期努力了很久。那我们明年我们这个侨生我们会倍增计划，我们也希望委员协助我们，给我们。这个加油哈！有啦，我妹夫就是侨生了，是啊，来到台湾娶了我妹妹啊，现 在台湾工作，对啊，所以侨夫侨生的辛苦我蛮了解的，好不好？是，谢谢。那接下来咨询委员张廖万坚委员，谢谢。我们等一下蒋乃馨委员咨询完之后休息5分钟，好，谢谢主席啊。好，潘部长请。委员好，是。部长好，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那其实，在教育部这边来讲，提到的大概比较多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少子化，所以我们讲新南向。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高教的这个过剩的教育资源能够做输出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从刚才很多委员提到，我们现在计划从105学年度到108学年度，我们大概打算从28000哦到这个58000哦，这个数据是怎么样来的？是跟是因应我们今年明年10亿，那后年多少钱？大后年多少钱来的？
还是我们是怎么样子有这个数字评估出来的？是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对于因为以目前来讲哈，确实东南亚地区新南向的这些十六加二的这些国家 对台湾的高教，包括我们的科技科大是有一定的向往哈，这个从过往也理解。那所以我们在推估以目前是怎么推估来的？对，我们现在大概希望每年的成长率大概是20%啦，20%，它是才累增。那如果106跟委员报告是106学年。那过去的成长是多少？其实它应该说蛮长一段时间哦，为止为我们在我们书面资料的后面有看得到，对，它如果扣掉这些东南亚的这个区域里面，大概占四分之一啦，好，大概28000左右。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大专院校哈，南向16国境外学生的在台留学整个哈整个那个数字哈，我们来看哈。其实我们讲新南向政策是一个，也是台湾的一个经济战略了哈。那在教育部这边，我们就用高教输出或者说培养人才当做一个后盾哈。可是我们发现，从过去的，但我们先看哦，整个境外学生还是以马来西亚最多，是啊，马来西亚占了14000哦，在28000里面占了一半。那里面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所谓的侨生，他们本来是懂华语，所以他又来了大概正式的。大概有9000多嘛，哈，9000正式学位的9000啊，那真正的这个外籍生大概只有整个哦，整个东南亚哈只有10000啊，那马来西亚占了这个7000哦，就侨生的部分哈，所以有很大的一部分哈，就是说28000的东南亚的境外生里面啊，大概来修学位生的有19000，将近20000哦，那里面呢？侨生就占了9000，占了一半，就是说他的语言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们过去的整个从这样子来看，我们能够再去争取这30000个，就是从28000到30000，我们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是只有增加奖学金的诱因，还是有配合其他产业上的一些需求？我看你们的这个预算里面啊，以前有所谓的海青班，就是针对侨生的短期的研修班。那现在外青班是增加外籍的，那外青班到底他如果来台湾，我们是用英文教、用华语教，还是用他们的语文教他们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要传授给他们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这个学程？是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也是说为什么520之后，我们在新南向政策在人才培育上会有不同的策略。嗯，也就是过去一直以为我们是用全英环境去处理，其实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需求未必是这种想法。对，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去支持大学校院来设计这些客制化的课程，跟包含里面就含有师资了。那现在现在问你的就是很多，我看我们新南向政策出来之后，很多大学在讲，在上个月都还在讲说。到底我们跟教育部之间新南向政策的关联是什么？是教育部已经有计划要提供给我们，还是因为预算的关系要从明年开始，所以学年度已经开始了？他们现在跟教育部之间有关新南向的相关课程师资或者将来招生，到底我们现在是什么连结？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一方面教育部其实是非常密集的，跟我们分成9组的这些东协国新南向的国家，在做更深入的研究，包含跟一些当地的产业台商等等的这些，希望它的发展不会只是来这边上课的概念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也希望学校开始要去做的是对我们未来提供的这些我们说需求端的这些想法，那这个时候他会去提出，也是教育部要去支持的。比如他为其实哦，部长，我跟你讲，我不晓得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刚才会这样问哦。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了哈，我们过去10年，哦，我们来看一下过去10年，我们对东南亚、东协这些国家的投资，其实我们投资最多的不是马来西亚，是越南，哦，越南。大概在我的资料，过去10年里面，我们台湾去的资金是1933亿美金，那马来西亚只有213亿，印尼383亿，泰国238亿，大概第一，你看越南是非常非常的多，是1900多亿，那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人才培训的观点来看，从过去好了，我们跟产业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那个平台有没有连结啊？就是我们你看哦，我们最多的学生是马来西亚，然后呢，我们投资最多的国家越南，
他是来了4043，啊，今年的资料。那真正修学位的呢，大概有2500多了哈。那外国生哈，那他里面侨生大概有300多哈。就说越南是我们投资过去10年投资最多的，可是我们吸引他们过来台�湾来修学位，我们只3000多，到这一年平均在4000左右哈。那马来西亚，我们其实投资200多亿耶，过去10年，但他来最多的是10000，他大概现在以今年28000里面，他占一半，14000，很多的因素还是语言的因素，是语言的因素。是，请容许我再补充一下。我跟部长提醒了，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就是说我们在花10亿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提到，除了我们高教输出，因为少子化之后，我们要去招生进来，我们本身本地我们现在的学用落差就很大。那我们现在规划的，你要找增加3万人，那个3万人是哪些成分？跟产业的连结在哪里？甚至我们过去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刚才侨委会有提到说，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西亚籍的侨生联谊会有3万多，所以我们过去对我们培养出来这些，给他奖学金也好，让他来台湾留学也好，他到底最后他是留在台湾？还是回他的母国的企业任职，还是到他的母国企业的台商任职，对于整个产业的帮助在哪里？我们现在讲新南向，不是只有教育部的高教输出哦，是包括还要配合我们的产业需求、台商的需求，我们都讲了。可是我从计划里面，我看到的都是一些短期的，比如说外青班，或者说鼓励我们的这个学子去他们那边念书，那事实上现在去那边念书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刚才也有委员提出过，我们现在提到28000到50000，那我再问部长，我们要让我们的大学生毕业生去越南，或者说去越南念大学，或者去念研究生，我们的数字你知道我们在东南亚这些国家里面有多少吗？目前一年，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数据，那这个我请委请同仁提供一下。这个也是啊，是这个我们在台商在当地的人才。语言因素嘛，他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来台湾念了，他懂华文了，他有专业技术能力了，他回去为台商服务；一种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大学毕业了，或者说去越南或者去这些东南亚国家去那边念大学，他懂语言，他可以有专业技术，有语言能力，他可以留在当地为台商服务嘛。那这个资料是双向的，是我们现在看到是28000到50000，那到底我们？对于现在到底多少人在东南亚留学，或者念短期班，或者语言班，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平衡啊，那我们在整个政策规划上其实是有盲点的。是，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初期的这个阶段，确实我们希望引进更多对来自新南向的这些国家的青年学生，这个比例一定会比较高。那至于其实我的目的，我觉得你提不出来，你数字可以提给我们看。是是是，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提醒部长，我们在讲新南向政策，其实有一些过去其实有在推动，不是没有啊，经费比较少。那我们如果说经费一提高，多几个计划就可以让新南向政策成功。我其实对这样子的讲法其实有一点怀疑。其实我们有一些障碍必须去面对。哦，刚才提过了语言的障碍，我们过去对东南亚各国，我们其实在布局的这个在政府投资上，其实真的蛮少的。哦，那我们现在突然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包括我们在讲从28000到50000，可是我们从东协10国跟南亚6国再加2，18国，我们有哪跟这些国家学历认证有签署合作的有几个国家？你知道吗？互相承认的，这个也会造成他愿不愿意来研修，有没有互相承认的问题啊？是，我跟委员报告哈。目前确实我们讲的，为什么刚才讲那个语言的环境不是在一直以全英环境来看待新南向国家。我现在在问部长。对对，那另外一个刚才委员特别有提醒到的，其实这个计划也许你看不出那个过程啊。像陈市长在专案上其实是召开非常多跟产学。我刚才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提醒你，就是说我们过去不管南向我们有在做啊，机会比较少。或者有一些盲点，我们要去面对跟突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双向，我们是28000变50000，那我们到底多少学生过去？这一点。第二点，我们跟这些国家没有邦交，但是我们有文化上、教育上的交流，我们跟他订多少
协定，他承认我们的这个学历吗？不跟委员报告，那个年代马来西亚这也是为什么新政府新南向政策当中人才先行的意思，也希望透过人才的交流，有机会去再把彼此的这个交往、外交的关系。我告诉你，我的资料里面16个国家真的只有5个国家要签。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来，就像很多人讲，他可以去他的原来的宗主国啊，他可以到法国殖民，到美国，他为什么要来台湾？他来这边念之后，花了时间，花了金钱之后，他的学历不被他的美国人承认。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推动上遇到阻碍。我觉得过去这些阻碍啊，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克服，不是只有大学的学历认证啊，还有我们很多科技合作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谈到科技部，也有很多合作。我觉得应该强化那种哈各种签认证签约哈，让人才的交流真的可以流动啊。好，谢谢。啊，委员，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很多委员我知道，因为我们侨委会非常难得可以来文化交流委员会，但是因为我听了半天都跟我们有关系，我都没有机会报告。我要拜托，就是刚刚我们委员所讲的，我们在越南投资这么多，那但是他的学生很少来我们这边念书，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只要侨校少的地方，那个地国家自然就比较少学生来台湾。你马来西亚有1000多所华文的小学，有60多所独中，所以他自然他的学生来台湾就多。那越南后来因为1975年之后两越统一，他们开始把所有的侨校都关闭了、那现在只剩下1所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更多的学生，你就需要从侨教开始去恢复起。这个就谢谢、这个就是问题、就母鸡啊，你要有母鸡才有鸡蛋嘛。教育部跟侨委会跨部会赶快去推动，好不好？因为好了，提醒了，就是说我们要去面对那个障碍了，去解决，不是只有钱的问题而已。好，谢谢张廖委员。接下来咨询委员是蒋乃馨委员，那蒋乃馨委员咨询完，我们休息5分钟。主席有请潘部长。潘部长。委员好，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的预算今年是编了10亿嘛，106年嘛？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新增了，因为原来就有过去也有在一些资源，只是新增这次提列出来的是新增的10亿元。好，107年会有多少？因为现在当然预算是一年一年的编列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第一年的基础了，对吧？那后续107年会编多少？我跟我们报告哈，这个我想我们也不是因为107年预算现在还没有筹编呢，我可能比较没办法。所以你现在不知道嘛？所以108年的预算多少也不知道嘛？对，因为现在还不到编列预算的时间，但我跟我们报告一定会一定的基础往上走。新南向的政策要花多少时间？整个政策的推动多少时间？跟文吧，因为这个在人才培育，不是人才培育上面，它其实就是逐步往前。对对，有多少时间？你告诉我，5年、10年、20年。不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过往在南向上也 有教育跟学术上的交流，所以没有这个规划嘛。反正我现在上面讲一个新南向，我教育部就率先就编一个新南向的预算，先把106年的部分先编了出来再讲嘛。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嘛，对不对？但这个方向是会持续进行啊。我知道这方向会，可是会持续多久？ 是不是刚刚像陈学正陈委员一样的2年、3年就结束掉了，还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我想106年的预算是第一次比较在新南向去做，我预算我都看过了嘛。是我了解，嘿，是，对不对？我知道都看过了嘛，我只想知道107年你会编多少嘛。108年会编多少吗？如果通通都不知道的话，就是表示教育部在盲目的进行。跟委员报告是还没有编，不是不知道。让我可跟委员报告，听我讲完，他一定是这样的基础往上吗？你听我讲完好不好？是，就表示你教育部在盲目的进行嘛？为什么说你教育部盲目的进行？你说你不知道，我不怪你嘛。因为我问过总统府要新南向政策嘛，总统府说我没有新南向政策啊，我只有大方向纲领啊。你跟行政院要吗？我跟行政院要，行政院说我没有新南向政策啊，还没有定案呢、对不对？那现在教育部有一个新南向政策，所以我是想了解你这个新南向政策是怎么定出来的。上位的政策没有，你教育部就是自己去定嘛。
如果当你定出来的东西跟行政院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无法进行嘛，你当然要配合行政院嘛。这科技部他也没有南向政策，他只有一个研究计划。科技部的研究计划什么时候才定案？到今年年底才会定案，10月3号才会公开，听取大家的意见，明年最快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各部会都在，我跟各部会要资料，各部会也没有资料。所以新南向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谁也不知道。我跟委员报告，谁也不知道。其实，所以总统府也正式有一个新南向的政策纲领，教育部是依照这样纲领去研拟计划，至少会有一个期限嘛。我这个政策至少要5年，或者至少要10年嘛，对不对？我推动新南向，我教育部你就要框列多少钱摆在那边嘛，每年有计划才能进行嘛。如果今天政策来讲的话，万一哪一年行政院说计划改了不编了，你108年可以增加到5.8万人吗？增加不到5.8万人呢。而且你这5.8万是怎么计算的？是每年增加20%的复利，是，对不对？这个有这种可能吗？108年，来努力，因为现在的预算也搭配这样的成长率。我就看你是105年，你会增加20%吗？然后106年是105年增加20%以后的，再增加20%，是复利计算哦，你是复利计算哦。是委员，这个到108年度的人数是这样的计算。是刚刚张委员讲请教的。我们现在台湾有多少人到南向的这些国家去念书的？有多少？你没有数字吗？你看有个数字了，我想再给委员。你的报告上面也没有写吧？我看过你的报告上面没有写数字吧？只是说要增加4000嘛，一年增加4000人嘛。可是从多少数字增加到4000人？没有报告。对，你叫学生来，你有102年多少？103年多少？104年多少？可是去那边的数字多少不知道，所以让我们怀疑你这个计划到底是1年期的计划，还是2年期的计划，还是5年期的计划？南向政策到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这是我刚刚讲的，问行政院，行政院没有。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计划，政府的一个政策，如果是用这种模式去定出来的，这种粗糙的模式，没有人知道的模式去定出来一个南向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呢？大家都会很怀疑呀。所以在教育部来讲，我整个新南向政策到底要花多少钱？也许几十亿，也许几百亿，也许就20亿，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嘛，因为你不没有办法答复嘛。不是跟委员报告，对对，因为预算编列跟执行计划，因为比如说为什么会去把引进新南向学生用4年去定出这个成长率那总数到58000，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年度的预算是1年1年的编列了，所以我要表达的是它不会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方案嘛。107年行政院把你的预算不给你了，你108年有58000人学生来吗？不，这个当然教育部的政策，因为这个你可以有105万8的学生来吗？不，我跟你现在已经讲到108年，是108年学年度哦，不是108年。是，我跟委员报告哈，108年学年度教育部或相关部会的新南向政策是来自于总统府有一个新南向的政策纲领，它不是一个没有大方向的哈，因为我们所发展的，所以我在请教你多少年嘛，你准备要多少年嘛？不，当然我以我们目前的目标值大概是以4年的时间是一个初阶段。如果新政府政策改变了怎么办？纲领改变了怎么办？你也不知道嘛，因为不是你在决定的嘛。所以今天我们新南向的政策到底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谁也不知道，只是从现在开始去预估未来到底会走多少年，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些一切的推估都是账面的数字而已嘛，看看就好嘛。没有，不能把它当真的嘛。这个是用预算去推估实质的执行，对对，我们只能这样子看啊，我只能这样子看啊，对不对？因为教育部当然会全力来推动，因为你是用1年期的预算去编列的嘛，你不是用继续型的预算去编列的嘛，对不对？现在很多的政府的预算，像文化部的旗舰计划4年期，我们顶大5年期，至少这5年当中都有5年500亿，
哦，大家就知道我五年有500亿，典范科大五年202亿，我就知道五年当中政府要投入202亿。我政府学校配合你新南向招生，对不对？除了你补助部分之外，其他我学校要自筹，对不对？那我要考虑到啊，你来学生来了以后是4年的，不是1年的。你到了这第二年不给我了，第三年不给我了，怎么办？我跟我们报告，对不对？因为现在人才跟的交流不会是有必要，一个政策它是持续性的，绝对没有一年的政策，它不是一年的政策，绝对。所以你要讲出来多少年？是我跟委员报告，如果有目标值，我们当然定4年了。我的预算怎么给你？我预算我没办法给你呀、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政策会推动多少年，我的预算怎么会给你？我刚跟委员报告，如果以目标值，它就是4年的的政策。今天我们要吸引这么多的学生进来，我们有什么条件去吸引人家？我们的高教好到哪里去？我们的技职好到哪里去？可以吸引人吗？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面脱颖而出，4年倍增，从2.8亿，2.8万人到5.8万人。3万人，我们有这个条件吗？不是光靠钱，光靠钱人家不会来的呀。是，所以委员我们会努力的去做这些课程跟专业师资的培的规划。从台湾学习到知识，从台湾学习到技术，我们可以给人家这些吗？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高教预算，扣掉新南向建设，扣掉学经济助理的保险费，我们是负成长。我们给大学的国立大学的补助费是负成长，我们私立学校好像增加了很多，事实上都是用在学生贷款，用在教职员退辅，其他有在增加吗？是在负。我们自己的高教学费，我们自己的技职学费，就那个经费是在负成长。我们今天要吸引人家，我们要强化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凸显出来，结果不给自己的钱，然后要想着人家到台湾来，人家为什么要来台湾？我们有什么值得人家来的？所以我们要强化我们的高教，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技职体系。今年的技职预算，汰换机器的部分、实习器材的部分，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我们怎么提升我们自己呢？部长，提升自己，人家才会来，花钱请人家来，人家不见得会来。这个方向、这个重点、这个观念，我希望这部长能够了解一下。谢谢。是，谢谢委员。我想有一些在内部的强化，委员刚才的建议啊，我会特别的留意。是，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
好，那我们现在请各位部会的官员，请赶快就座哦。我们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高金素梅委员，部长都回来了，次长。谢谢赵委，有请部长。潘部长吗？对，潘部长，对，谢谢。委员好，部长不好意思哈，我想今天来了两位部长哈，一个是科技部，一位是我们教育部，对吗？是。好，刚刚我们听到非常多的委员的质询哦，我们都清楚知道，一个政策的形成肯定是往从上，所以呢，您在这边的答询哦，其实我们看到你真的也蛮无奈的啦，因为你刚刚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面它有一个新南向政策，有一个办公室，它在统筹，所以呢，各个部会就必须要把预算给挤出来，然后来配合一下这个新政府的一个新政策。那我想刚刚有非常多的委员哈，都点出了很多的问题。不管是民进党的委员也好，或者是国民党的委员也好，但本席在这边要提醒一下部长，您除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长，那除了是我们民进党执政以后的部长之外，不要忘记您是全国人民纳税钱的部长，所以如果一旦这些政策其实是没有利于全国纳税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都觉得你都应该要勇于的提出您的建议跟看法，这是本席给您的建议。第二个，好，既然您已经编了10亿，我就想就叫您了哈。这个上面看到的字太小，对不对？教育部新南下赔偿10亿怎么花？这是从我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是你们次长对外发表的。扩大招收境外生，设置奖学金，赴东南亚办理高教展，推广华语交流，国内设外国学生专班，国外设技职专班，外国青年技职教育班，培育东协南亚华语师资语言人才，对吧？我没有讲错，部长。是这个应该是比较粗略的大项的方向，是。好，那举个小例子，刚刚就讲到了，国外要设技职专班。刚刚的委员提到，技职就是要跟产业结合吗？已经找到产业的人了吗？以后怎么对接？同样的，回到国内，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自己的技职就差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十亿不是小数目，看在本国的纳税人或者是老百姓或者是学生的眼里，其实我们都在流口水啊。刚刚蒋委员也讲了，我们其实呢排挤了很多我们自己本国的预算，教育部里面的预算看似增加，可是增加什么？增加就是学贷，对吗？增加就是利息。其实在各个最需要的项目，其实我们并没有增加，而是把这些钱放在这边。如果这些钱我们是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外交，我们也同意；有利于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更好，也同意。我们政府最喜欢讲4年计划，为什么4年计划呢？因为总统任职就是4年，未来下来上来的总统不见得会接受这样子的方向嘛，是吗？所以你们连4年都没有计划，你们就是您刚刚说的一年一年编，这就很难形成一个真正的政策嘛。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告诉部长，这个十亿是因为配合政策编出来的，它有没有效果？我觉得不可能会有效果。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当我们讲到新南向政策下面的这几个东协10国、南亚6国，请问一下，这跟我们中华民国有邦交吗？您知不知道我们邦交国有几位？22位，对吗？22国，中华民国有邦交国是22国，这里面任何一个有在我们邦交国之内吗？是委员，这个因为是属于人才的交流跟培育，它不一定是说一定要邦交才能够促成彼此之间的相互学生。部长，我再告诉您，身为一个教育部长，不要不清楚知道国际局势、国际情势。
现在外交部被打得迷迷冒冒，真正南向大陆缺口，我们以前认为大陆好像是一个睡狮，他现在不是睡觉的狮子了，他现在是醒狮了。我们的外交为什么受到了那么多的困境？因为中华民国政府，现在的政府一直不断地在对抗。那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些前进去，然后在外交上碰到了瓶颈，碰到了困境，要想要产学结合，或者是大陆又有更好的，比我们台湾过去的又会更好，你觉得这些优秀的学生会来台湾吗？我跟委员报告，你觉得身为一个东南亚的学生，我坦白说，我们都知道大陆他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向比我们更早，他的吸引力更够，他的奖学金绝对比我们高，他的就业率绝对也比我们高，是吧？更有吸引力嘛。台刚刚有委员有讲啊，台湾没有市场啊，市场在哪里？中国大陆。那我今天要到这边去招生，请问一下，我们会招到最好的学生吗？其实政论节目部长您可能没有看，没有时间看，有一些还讲得挺对的哦。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倒的要很多了，我们台湾已经少子化了，然后要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让这些快要倒的大学能够存活下去？是，有没有这个趋势啊，部长？新南向其实我们国家在我们不少的科技大学跟现在所开设，包括跟印度啦几个国家所开设的班啊，尤其像印度哦，跟无缝的这些班级，这个是非常被称许的哦。我们有很多像远东科大也有很多的合作案。其实台湾的科技科大或我们的大学，对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哦。那尤其我们现在的高教，真的我们都鼓励青年人，国际人才是一个国际流动的概念。台湾不可能一直把人才或把我们的人力只放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有困境，更也应该要用人才的取向啊，去突破我们国家的困境。所以我想，人才先行本身应该是一个最好敦亲睦邻的方向，爱培养彼此之间的好的人才，台湾才有永续啦。我跟委员报告的是，部长是其实你这个投资，我想不只是说好像去培养别人家的人力啦。我想部长您知道吗？你在这边的质询哈，会留下历史记录。是我负责，而且你也要负责。今天我们如果花十亿，我们今年只有花十亿，或者我们下明年度又再花十亿，总共二十亿。然后也许蔡英文政权在四年以后没有了，我们可能这四年当中我们花了四十亿，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四十亿花下去，并不如您刚刚所保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景象，也许你已经不在位置上了，那您要负责也很难负责，他只有在教育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是失掉的却是人民的纳税钱，失掉的却是要培植我们自己本国青年学子的预算的经费的实力。我觉得这个部分，部长您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当然你已经编了十亿，我们也只有努力的监督，我们也只有努力的把它做好，是对吗？因为已经这个就是最高上位的一个指导方针嘛。是，谢谢委员。我想因为在高教的发展，台湾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哦。那当然在这个工作上，委员的提醒，所以你的意思就，所以你还没有回答我刚刚的说法，我们如果招了这么多所谓的东南亚同学的孩子来的话，这是双向人才的培育。这是双向人才哦。我请问一下，我们招来的是最好的，还是只是二三等的？跟委员报告，这有不同。你是不是有配合奖学金？这个有不同的需求了。是不是有配合奖学金？奖学金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不是全部都是以奖学金。好，那是怎么做？因为很多是实质上的培养，这个培养也在投资我们自己国内的大学。怎么样的培养呢？比如像这个外青班的开设，你国内一定要把这些对象国的这个需求，在我们的设施设备上来加强，包含我们说这些语言环境的加强，我想这些就国内的大学是提升它的更好的这些教学的环境跟品质，当然国内的孩子也是受惠，不会说。那你有没有预期，我们国内几所大学会
有这样子的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预期的效果？我跟委员报告，我现在目前最积极在做的就是把分成这九组的这些新南向的国家当中它的需求能够再做一个更清楚的这方面的好分析统整出来之后，就会回来让国内的大学不是盲目的招生，他应该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他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然后对对象国来讲，它也是农业需求的发展，我们应该是去做这种最好的搭配，然后希望给国内的这些学校资源的，不是你只招生用原来的师资，有限制你就限制，所以我说这次最大的突破不会是让学校只是为了补足生源。好，部长，这样我们姑且就信任你哈，就是你真的是有想法跟方向，本席希望你提出更细部的一些计划出来，是，我们会好好的监督，如果这个部分真的实在是对我们本国的学校产学或者是带动我们的一些刺激也好都有帮忙的话，我们当然会乐意把这个10亿捐这个花下去，但是你没有这些细部的东西的就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忧心的，包括你要跟几个产业结合，包括也是科技部也在里头，所以本席真的非常的希望不是教育部做教育部的，科技部做科技部的，今天招委请这几位部会来，其实就是希望你们的横向联系是清楚的，然后你们的细部计划是有连续性的有横向性的，而不是各做各的，所以本席在这边身为一个教育文化的委员，如果你们这些细部东西拿不出来的话，没有具体的话，我是拒绝省你们的预算，好吗？是，谢谢，谢谢委员，我会从这方面来努力，是，好，谢谢，谢谢高金委员。接下来咨询委员是吴思瑶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教育部部长。潘部长。委员好。那个电脑第一页，今天我们在论述新南向，请到 PowerPoint 第一页。我想新南向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我过去不管在教育部在科技部，其实我也多次提出我的质询，我今天我想先关心台湾岛内台湾中华民国国内重要的事。是，我作为一个立法委员，6月2号我在这里向您提出辅大性侵案的后续办理，到今天是10月5号，我同时我身为一个辅大的学姐，我答应了辅大的学妹们，我要好好把这件事情我们好好来通盘的检讨，不要有更多的口水，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事件当中默默流着泪水的人，我希望从个案我们来看通案，我们如何有正面建设性的改革，我不流于两派人之间的互相打伐，网络的论战，这不是立法委员的职责。但是我要问部长，6月2号我提出质询，今天10月5号，9月21号那天，我们看到了这位受害者，他在网络上道歉，向夏院长道歉，夏前院长道歉，你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我想那个事件的当事同学，在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教育部在委员质询，确实我们启动整个调查小组，也了解整个辅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我知道你们有处理，你告诉我，当一个被害者，他要向夏前院长、师长，向他启动这么多霸凌行为的人道歉，你告诉我心中的感受是什么？作为中华民国教育的大家长。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当时看到这个讯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非常的痛心，因为所有的过程，教育部在审慎的调查小组提出调查之后，我认为这里面本来辅大有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了？六月二号，本席在这里提出质询，到现在十月，四个月过去，我们让一个学生一个受害者在9月21号他还必须出来道歉，这三个多月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的主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办法保护一个受害者，真的有问题，这是很痛的领悟，我们今天从个案的痛我们来看通案我们怎么解决，我希望从这个汲取个案的教训，让我们有真的就从这个痛我们发挥正面的力量。下一页，
这是一个制度的失灵。一部分的制度失灵在于性侵案的处理，一部分的制度失灵在我们更应该去启动的校园霸凌案的防治。我认为这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作为教育的主管机关或是监督者，我们要看到制度的失灵，我们如何来解决它。下一页，制度的失灵，第一，夏林清前院长，他之所以说他要另组一个辅大的心理系的工作调查小组，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性评委员，性评会是一个多么迂腐、保守、官僚的机构，所以这个案子送了性评会也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让心理系先来处理吧。但是他搞错了，辅导跟调查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是。从这个事件中，我纵然不同意他另起一个私设的刑堂来作为，不管他是辅导或是调查，这都是一个违反法治的。但是部长，这显示了一个制度失灵，就是现有的性侵害的防治校园的性评会是不被信任的，你同不同意？这个权威是有待再被建立的。跟委员报告，以性评法的规范就没有所谓工作小组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但是有人以这个理由来挑战，是你认不认同？我们应该要检讨性评会的运作执行。这个部分，我想有学校个别的差异存在，然后但是在整个调查小组启动，这第一个前提是不存在。也就是说，辅大本来就不应该去成立。我已经讲了，我同意，是不能把这个当作理由。但是我要凸显，相当多的人认为性评会他的信任度是有待被强化的，这是第一个信任的危机。第二个，制度失灵。第二，下一页，教育部的后知后觉，教育部的慢如牛步。这件事件爆发是五月底，六月二号本席提出质询，你们六月八号发文，六月十五再发文，你们就只会发文啦。然后呢，好，有你们开了三次的调查会议，一直到六月二十、七月六号、七月十九开了三次调查会议。可是你们调查出来去提出它有五大缺失，有的媒体把它整理成六大缺失，是到八月十五号。然后你们再一次最后给辅大的通牒又是发文，九月十二号限期辅大要在十月三十一号前提出改善报告，这也是一个制度执行有问题。六月二号本席在这里，如果当天本席没有提，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启动调查小组。启动了，我也感谢你们辛苦了，开了三次会，一直到八月中才有具体的辅大违法，然后九月十二号再给辅大，又给他一个宽限到十月底，我不满意啊！我认为这样是一个执行的怠慢，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失灵。您不需要回答，你们要检讨。下一页，另一个制度的失灵，也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伤害造成前端的预防，性侵害校园的防治，跟伤后的重建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是受害者的陪伴与创伤复原的机制。我们真的做得不够，如果做得够，为什么要让这个孩子，我们应该保护他，即便他离开了校园，但是他在什么样的心境之下写了那样子的道歉文？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陪伴与创伤复救的机制是欠缺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您也不需要回答。下一页，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如何来补强。确实教育部调查了辅大违法，明确五大事项，包括工作小组违法，包括辅导不等于调查，他们违反应该回避而未回避，他们影响了受害者的权益，他们没有及时去纠正补救，还有性评会对于这件事情的调查建议没有转化成具体的改善事项，他们样样项项都违法了。 So what? 下一页，现在的制度失灵在我们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性评法只针对两个部分有罚则，一个部分是没有主动通报给二十四小时通报给司法机关，第二个是如果当校长教职员去变造
证据隐匿等等，他有法则。还有一项要罚，我非常感谢在座我们侨委会的副主委田秋瑾前委员啊，当初他提了性平法的第36条之一，也就是学校校长、教师、职员或工友，如果他隐匿了这些校园性侵害的事件，最后让事件再度发生，不幸再度发生的话，他依法得以解聘或免职。我们有法，可是就辅大他违反的，譬如说他违反的是他没有送性平会先组工作小组，他的辅导来逾越了调查的权限，现行的性平法没有法则，这是我们面对的制度失灵的问题。我们要完备这方面的法律，包括本席会提案，我们一起来努力。下一页，然后我要您的承诺，你现在唯一的武器是私校法55条，如果辅大在10月31号没有提出让你满意、让教育部性平会满意的改善方案的话，你有两个武器，一个是让他减招或停招，一个是停止对他的补助款，你会用哪一个？或是你已经心里选择，重重提起，轻轻放下，给他黑家的话啦，这两项你都不会执行了。部长，我要你的宣誓。当然他还没有来文，但是我要知道你有没有执行的这个决心。委员同学，我讲一下哈。五二零之前，教育部处理性平的情况我比较不了解。五二零之后，我几乎是2个礼拜要看一次来自校园的有关性平事件。好，这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一个首长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那个个案才不会发生。就这个个案，你两个武器是，你都敢用吗？那第二点，如果他没有改善。对政大对辅大的这个调查，我想调查小组因为有非常多外聘的委员，也就是要让这件事情是回到最客观的处理。你敢不敢把他送私校的咨询会来处理？第三点我要报告的是说，这些具体由调查小组所发出来的全职，好，你不要都推给调查小组。那你认为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情？我当然这样处理。好，很好，我是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这个学校说实在违背包含到舆情，那个时候当时在他检讨报告里面有谈到，不应该在调查事件启动的过程，不断在网络或在学校，这个是非常大的缺失。很好，下一页，制度失灵的第二部分。校园的霸凌，这整件事情不是只有性侵害的防治，其实要凸显了我们依教育基本法里头针对校园的霸凌，其实教育部有一个校园霸凌防治的准则，下一页。但是各校我相信连性侵这样子的一个性平会，我们run了这么久，都被质疑他的权威，都被质疑他的执行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空有这个法规，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必须有因应小组，必须有小组会议，必须有人提报之后启动一个辅导的机制。我相信，我也确认了，辅大这个案子并没有，这是一个新生的事项。下一页，最后，也就是说，从辅大这个这么痛的领悟，我们看到性侵防治的那一套系统体制还要再改良，法治还要再健全，但另外一端铺天盖地的校园霸凌，我跟您报告，刚刚教育部的这个校园霸凌准则，它的对象只规范学生对学生，辅大这个案子是老师对学生，是老师发动一帮人团体来对学生，没有办法规范。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个案当中要去启动一个霸凌防治，我说它只是启动。你听到我的建议，就这个个案我们汲取惨痛的教训，防治性侵的部分很多的法治要健全，制度要改良，而霸凌防治的部分完全没有做，完全没有做。部长，我们就一起努力这个部分。然后刚刚私校法55条的，我会追踪。您说您会当有牙齿的老虎，我就追踪到底，好吗？一起加油，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志尧委员。接下来吴志阳委员他是采书面质询，那再来是李立芬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潘部长。部长。
委员好。部长在询问南向政策之前，就先回应一下那个吴思阳委员刚询问的福大性侵案件哈。我刚刚那个吴委员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可是我觉得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不知道说我们教育部有没有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因为现在在网络还是一些一般社会意见会认为说教育部在处理这个案件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特别是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性侵的案件，那如果说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性平会的所有的调查顺序在进行的话，它的时间可能就会拉得很长。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建议部长，你们应该要去思考说，像这种性侵的案件，你要介入调查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它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件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重大案件的一个流程，然后加快它的速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研拟？是，我想时程上是可以缩短，但我想委员因为对性平也非常专业哈、哦，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即使启动调查小组，也应该是非常尽信民意的，对啊、哦，因为性平在处理上面本来就有一定的保密，所以在那个调查的过程当中，我想尊重当事者，我想这个也是必然。对，可是我觉得速度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再加快？我想速度上我们再来好加，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我们教育部再去研拟，把这个重大的案件我们速度把它加快？好，那再来就是要来请教部长那个南向政策了哈。那部长，我知道其实南向政策它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哈，刚刚有很多委员也有提到哈，大概从李登辉前总统时代其实就是开始的有所谓的南进的一个政策，那只是在过去我们看到的它就会比较重视的是在经贸在投资这个部分，那其实在今天部长您的报告当中其实也一直都有提到说这是要以人为本的一个新的一个南向政策，所以我如果来解读的话，我会觉得说我们这次的新南向政策它会更重视人的层面，更重视社会的一个层面，是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台湾跟这些南向各国已经都有很密切的一个社会连结了哈。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目前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籍配偶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一个新移民的子女都在台湾 来成长，那他们也是我们南向政策最重要的一个人才，部长应该是同意的嘛。好，所以在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接下来我们12年的国教里面就要纳入了新住民的语言课程，那这个12年的国教这个是会在107的学年度就要来上路了哈。可是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会很担心也很清楚一个部分，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校园里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新住民语言的一个课语言的一个师资，那根据我这边看到，我们根据我们教育部的推估哦，光是在小学里面，我们就在新住民语言班的开设班数，我们要达到3338班，然后老师的需求要有2664名，所以在这个部分想请教部长，在这个师资这个部分，你们要怎么样子来满足这样一个需求？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么因为在107学年度的12年国教课纲是把我们新移民的这些国家的列为母语的教学项目哈、哦，所以在这个同时在教材的发展上哈、哦，这个教育部是跟新北市政府已经在持续的合作跟开发哈、哦，因为这部分呢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准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师资的养成，好、哦，现在也中正教育师这边已经开始逐年的来增列啊。相关的这些适配的量哈、哦，那我想这个目前也累积到一定的量，当然就是刚如委员所说的，是以这个推估量，那么逐年希望能够在107学年度啊正式的课纲实施的时候啊，他已经把这方面的师资啊能够备齐，对对。我这边看到就是我们教育部这边在进行的，就是各县市都有在做教学资源工作人员的培训嘛，然后就是他们可以去上36个小时的一个培训课程。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说目前你们有建立一个教学资源工作人员的一个人才库，那目前这个累计的人才已经有2834人，所以看起来好像人数有到了，可是其实我这边比较
担心的一个部分哈，就是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可能教育部还要再去做更多的一个努力，跟让它更完备哈。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可是他的师资语言不同，语言师资的一个分布的一个问题，好，目前看起来是越南语的师资可能是最多的，可是其他的人数可能还不足哈。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问题要问的是说。因为有可能在这个学校开了这样一个语言班，可是他可能有不同国家的，例如说他可能有越南、有印尼，可是越南的人数可能是最多，可是印尼跟马来西亚的小孩可能就是比较少。那这时候你的课程你要怎么去进行？还是说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孩他就没有办法学习自己的母语？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母语的学习哈，在台湾原来我们是当时还没纳进去新移民的这些国家之前，其实也处于这种现状哈。那当时在整个处理上，国小它是一个必修的课程，但学生可以选择他喜爱的这个项目，不一定是哪一个族群一定选哈，这种对应对。那这种状况也是面对未来新住民的这些子女的这些母语的开设啊，在师资的量，我们希望是在更不断的在扩充，因为有地域分布，有这个语言别的分布，再加上学生的选择了哈，因为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变数。对，我们看起来是学生可以选择，可是我这边比较在意的说，学生如果想要选择，他想要选。的母语的那个部分，我们学校到底能不能也提供他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我们教育部在整个语言这些师资的人才的培训，是我们还是应该要再努力的，在各个从不同的语言以及地域区域这个部分都能够来努力来加强。是，我想师资的来源再多哈，这个是必一定要哈才能满足了。OK， 谢谢哈。好，那现在呢，我就要从国民教育进到那个大学阶段哈，因为。其实刚刚很多委员都质疑说，我们现在教育部我们在招收侨外生这个部分要从2.8万到108年变成5.8万嘛，好，那其实我就是说，当我们努力来做，应该是可以来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达成这个目标，有没有什么样的诱因哈？因为在那个部长的报告当中有提到说，其实这些外籍生他毕业之后，如果他是优秀的人才，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希望他留下来，继续为台湾的企业所用嘛。那你那个部长，那请问一下，他们是要依循什么管道留在台湾？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包括之前我们也有委员指教哈，其实现在有几个是必须要去在突破的，一个当然就签证哈，到台湾来读书的这种必须要在做相当，因为他身份就是学生。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委员现在所指教的哈，这些侨外生我们目前是有个机制，但这个机制啊太for比较特定的几个职别，这个对于学生他的比较多项的是不，所以这部分在行政院的跨部会讨论。这个会讨论吗？因为这个部分应该是跟我们劳动部嘛，是，所以师副署长在吗？就是说，其实你们下一个侨外生留台工作评点薪资嘛，那这部分是不是应该去检讨？因为你们里面有一项的一个指标是说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可是目前我在看你们配合政府的政策当中没有把所谓的南向政策放进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劳动部是不是在这个的薪那个评点的薪资里面应该要去进行修改？好，那再来，我们都看到我们企业有人才的需求，产业台商有人才的需求，我们也培养出人才。可是这个部分我看到没有所谓的媒合机制，因为我们的外籍生他可以留在台湾，他也可以回到他的母国，他回到母国，他也可以到我们的台商的企业去上班。同样的，我们台湾还是有些年轻人，他也可以想要去我们这些南向国家的一些台商去工作，所以我们有培养人才，然后我们产业有需求。我们看到我们在那个南向政策的纲领当中有提到说，我们是要发展文化产业啊、医疗产业等等的，可是有需求有人才，可是这样的一个媒合平台其实目前是没有看到的，在你们两个部会的报告当中都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怎么样子去把它补强起来。我跟委员补充报告，包括刚才委员提到侨外生在台湾的见习
习或实习啊、这个部分呢、目前行政院是有专案的人员在要来做这个协调哈、那现在也是行政院邓正中政委在负责这个整个经贸办公室的推动，这个就是跨部会未来在人才的养成跟产业之间哦、这里面就会跨了包含经济部、劳动部几个部门的协调，也就希望把这个，因为这一定是跨部会，所以这样的一个媒合是哪一个单位要负责起来，就是台商有人才的需求，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人才在这边，他也要找工作，可是我怎么去找，找到人才找到工作，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是我们劳动部还是我们经济部？是目前因为有几个跨部会里面包含经济部啦、那当然在整个跟产业跟职缺的这边的协调，他们会是比较主要的窗口，但这个一定是几个部要在一起啦，因为比如我们开的课程，那到底跟产业之间的这种需求、是不是能搭配，是这个是后来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什么会提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招募外籍生的时候，他会看到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性，那我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有助于我们学校以后在对外招生这个部分，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样一个机制建立起来，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达到这个5.8万人的一个目标，所以是这个部分要请部长还有我们劳动部这边师傅署长，就是能够在这个行政院这个部分能够把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去建立起来，好不好？好，好，谢谢李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李立芬委员。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苏巧慧委员。主席，我们想请潘部长跟杨部长两位部长，好，来，两位部长请。好，我们。各位委员好，是我们让杨部长有机会表现一下。好，那两位部长哈、那因为节省时间了，不好意思，等一下可能就各一部分，但是就一起上台。那我想两位部长其实今天在这里报告都非常的清楚。其实说真的，新南向政策对我国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经贸战略的政策。那只是呢，我们也表示了长期目标而言，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文化、科技、教育等等这样软实力的展现，达到两边人才互相交流，这才是有可能最长最久的真正能够落实到这个经贸大战略的目标嘛。所以确实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教育部和科技部都应该有各自扮演的角色。那我今天在两位的两个部会的报告当中，其实都有看到这个以人为本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是个人是非常的肯定。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场质询其实有这么多的部会来，就是因为事实上这不只是两个部会的事情，这是一个跨部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是想从是不是在两位代表的部门当中所提出的计划，有没有更深入可以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有没有可以更多合作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两个部会的计划。所以我同时请两位部长上台，如果部长有觉得适合的部分的话，您自行作答，我觉得相当的好。所以我就照我刚刚说的，我从您的计划里面来检视，我看到的其实最有趣的啊，因为我就说我对影视音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喜欢的是这个科技部所提出来的这个利用科普的这个影视音，他有提出了一个科普影视产品南向发展及合作的计划，在您这个报告的第14页，你要透过这个计划呢，就是将原先我们科技部就已经奖补助的这个好的优秀的科普节目，增加东南亚语系配音，然后到东南亚国家推广。部长，您对这个计划有理解吧？刚刚您口头报告里面，你支持吗？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那个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是看我们网站的话，那个科技大观园那个地方哈，对对对，都已经大部分都呈现在那个点阅率还可以再增加。我们就是希望说，假如说这个大部分都是中文呈现的哈，可以在我们电视上播的，要是有可能的话，可以跟他们的留学生呢合作，是不是可以配音送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去直播嘛？好，你刚刚说跟留学生合作嘛，对，跟哪里的留学生合作？
譬如说他们过来的留学生、啊、过来的留学生，对对对，好好好好，非常好。或者送到他们对方去，他们可以找他们的配音。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计划是一个新想出来的，而且是有创意的、有产值的，好，能够也把台湾的文化输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你说等于是现在呢，我们只要配好音，就等着东南亚国家有没有兴趣跟台湾谈合作了嘛？可是这是一个科普的计划，那你要独自负担这个推广的计划吗？我想请问潘部长，既然是科普教育的推广，教育部在这个部分有介入的空间吗？我想跟委员报告，教育部其实一个蛮大的机制就是台湾跟我们这些相关国家的这些机构去建立起这种合作的平台。所以你在今天之前知道这个计划吗？你说就刚刚是这个计划，跟委员报告，我并没那么深入，不知道嘛，对不对？没那么深入。所以我认为，其实这就是我在说的两个部会之间的合作。那甚至呢，侨委会这边呢，刚刚我们看到副主委，其实他也非常积极的说，侨委会其实也有很多空间可以来扮演呐、啊。那我就不请主委上台了。可是事实上，侨委会这边应该对这个计划也可以有推广的空间呢、啊。这就是我所谓的跨部会的整合嘛。那再来，刚刚谈到翻译的部分，部长您说的很好，杨部长，你说，哎，我们可以请留学生来作为我们翻译的人才啊。这是不是也等于提供了从南向过来的留学生一个工作的机会哦？所以更增加他们过来的诱因呢？这个部长您认同吗？潘部长，这个有空间吗？所以刚才虽然我没上台，潘部长在那边答询很多，我也在很认真的听了。虽然我没上来，但是我也咨询说他们做这么多事情是科技部有哪些可以配合的哈。像刚才讲的那个科普，这个书科普，我们科普输出，其实我们还拍了很多这个东南亚的有关生态啊，或是南海之间生态的一些计划。好，那我在这里就这个提醒部长，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短有限，既然两位部长都认同这个方向的话，那我已经点出来了，就是在今天之前，其实教育部不知道科技部有这个计划，科技部也不知道教育部有这么多的好的优秀的留学生在这里可以做我们的翻译人才。这可见的两个部会其实沟通是还可以再加强的，这是第一个部分哦。另外我要提醒教育部的部分是，如果说到这个翻译人才，除了留学生过来，部长您知潘部长您知道说我们其实台湾自己培育了多少可以作为东南亚语系翻译的学生吗？我们有这样的人才吗？是，我跟委员报告哈，目前确实我们所开设的这些东南亚语系的系所的数量还不是很足够，其实是完全只有两间了，就是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这也是在我们后续里面在人才养成里面非常重要的措施之一。所以我在这边点出来，就是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加强的，不然的话就会只留于文字的报告而已啊。是，好，那刚刚杨部长你这边也提到，我们也拍了很多其他好的片子，我这边想要请部长看看哦，你知道要输出去的片子是哪一些吗？我不知道你要挑的片子是什么，但我这里先帮你做了几部哦。如果你挑的是这个的话，我们的 PPT 哦，部长，这是一部2014年科技部补助的科普节目计划，叫做酱吃就对了。那我没有设什么陷阱啊，你不用太害怕哈、哦。这个内容知识性、娱乐性完全符合部长，他是用科学的角度解析食物的营养、人体的健康，同时教烹饪的技巧。那也有知识性，也有娱乐性，完全符合部长在报告中提到的标准。部长，你觉得这部去输出好不好？抱歉，我对那个内容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每年哈会有一个审查委员会每年挑20到25部之间好出来输出。好，那其实那我就直接讲了啦，真的时间有限哦，部长，这样看这个影集这个系列很好，我也觉得这个作为我们的输出影片很好，好、哦、没有陷阱。不过呢，其中真的你就是要注意到节目的其中一集是猪肉的 ID 和营养。那如果这部片子我们到印尼播出，这样合适吗？OK， 当然我们会选了哈，不同的国家。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好，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针对该国哈，跟针对该国嘛，有该地对对适应的文化嘛。我们要对针对该地哈，那个该国家去研究嘛，尤其是科研政策，大家都在变哈，也许4、5、6年前我们认知跟现在不一样，完全所以我们最近要重新盘点。好。除了我们得利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也得利，这样的话才比较永续。非常好、啊、对对对，我就希望因为部长的态度会影响下面所有的人的检视标准，所以部长既然在今天也已经说了您的态度就是这样，第一要检视当地的文化，第二我再提醒部长，其实不是只有这么容易看到的文化像猪肉这样而已，你必须仔细去看的是包
括说像另外2013年的补助计划叫做神秘的史前踏浪人，哎，这个也很好，这是考古的角度提到台湾哦种种的原住民族等等。可是他在其中呢，他说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我们的文化当初就是随着贸易啊迁徙到南海的各地，所以台湾是泱泱大国，哎，我们是输出到各南岛国家。你觉得这样的片子输出去，对东南亚国家对我们的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太理想。OK， 好，我们特别解释一下。所以不是只有这两部片子而已，我在说的是一个态度，也就是科技部未来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的标准。我想这个高度和标准拉出来，大家才会觉得说，哎，科技部真的是有态度，而且有想法啦。所以这个是提供给两位部长参考，也接各在座各位各个部会哦，跨部会的整合其实是这样。那另外呢，其实也一样谈到跨部会。今天的两位的报告里面呢，其实有谈到非常多的留学补助金、研究补助金，然后教育部这边的话是。可能应该看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好像都是在教育部这边，然后硕博士是在这个科技部这边，对，然后研究学者又是不一样的，然后有要来台湾念的，然后也有要去国外念的。其实坦白讲，连我看来看去，两个部会尤其要交错的看，都已经有点看花掉了。我在这里想要建议，本席在这里想建议，是不是可以由科技部领导，是不是可以创设一个平台，把这所有的资讯变成是一个整合性的、公开的、便利 user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不是能够对教育部也好，对科技部也好，其实对整个南向政策是也比较好的。哪一位部长？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我们那个科技部跟教育部其实有一个次长级的哈，那个平台，我们可以想不是只有两个部会次长而已了。我现在说的是，我们把那平台把它做好，就是你。所以你认同？对，我们考虑一下，就是有关南向政策的一个留学生的奖学金哈，不管是因为两个部会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再结合一下？而且是便利的、好使用的啊。那我认为从这个部会整合来讲，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机制。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在这边请教潘部长哦，潘部长这边，你说我们要强调一直以来现在我们在讲的南向政策是有多少学生可以进来嘛？可是我们台湾的学生有多少能够去到南向的国家呢？部长，我在这边提供一个数字哦，104年学年度的时候，赴新南向国家的学生总数是16046人，占出国留学生的28%。那您知道这个部分去到我们所谓现在在谈的新南向的部分有多少吗？其实16000人里面。13000多人哦，14000人是去澳洲和纽西兰，所以真正去到南向的其实是非常的少。我认为这个部分可以努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我们这边也请教育部继续努力。那刚刚谈的跨部会合作，也请两位部长是不是可以具体的研究计划？好，谢谢部长，谢谢苏委员，谢谢。好，谢谢苏委员。接下来是高陆仪用委员。主席，谢谢。有请部长。哦，对对对，教育部长，谢谢。教育部长潘部长。委员好。潘部长你好。这次的主题是有关于教育的新南向政策嘛？那我一开始就在想啊，我们往南到底要往南到多少？要有多难？我看了后面这些有关于是东协十国、南亚六国以及纽澳。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再怎么难，都在我们的南岛语族的这个分布范围。我这样的说明，请问一下部长，你认不认同？是，这部分当然，如果以新南向目前大家会比较把它界定的范围是在10+6+2的这18个国家了哈。啊，当然，如果以教育部的国际化的学生所流向就不止这一些。你的意思是，学生的流向是不止到这个？对，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也到各个不同的，只是说因为今天新南向的整个教育培育人才的部分，所以所整理的是这一部分。哦，你整理的就是这几个国家。是是是。那在这里我再更精确的来讲，在这里如果按照南岛语系的人口数来说，在这里其实占了1/3。那请问一下，你在整个这个教育的新南向政策里面有没有包含原住民族？你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族就是南岛语族吗？
是 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招进来的学生或送出去的这些学生，在整个身份别上面，大概我们不会说这个特别限定或一定只是哪些对象。所以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这一部分呢、啊，属于这些原住民的学生也一定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一种学习。我这样更清楚的讲啊，就是说你的教育新南向政策，你刚刚说没有特别的去举出族群或是什么样的分别，但是你在这里就已经有提出娘家外交培力新住民子女呀、啊。啊，那是一个因为台湾有这些新住民的父母。对、哎，其实你已经考量到，就是说新住民的子女跟这个他的娘家哦妈妈的这个家乡是有关联的。那你有没有同时想到，我们台湾原住民族跟整个这个南岛语系的这些国家也有很密切的关联？哎，我想在文化上，比如说你说的菲律宾好了，请问一下，你知道菲律宾跟台湾的达悟族是有亲戚关系的？我很不好意思，这个我没那么深入。那这样子，如果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你为什么把原住民族哦去忽略掉了？那么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现在在大的几个面向，我们是这样的规，因为新住民的二代，这个是因为这些年台湾确实有很多新住民的爸爸妈妈到台湾来，哈、哦，二代的子女啊，也已经慢慢逐渐受教育，总共27万人啊，那当中已经慢慢有部分已经到达高等教育阶段，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提出来。但是如果对我们本地的学生或要招收这些学生，就不会特别用特别的族群。是是，提醒部长是有关于就是。是南岛民族跟台湾原住民族的关联，其实你不要忽略掉。是，再来就是在上一次的预算会议，我就有提到，就是新南向政策不要只是给外国学生来台湾，然后花大笔的钱哦，让他来台湾去就学或交流。那我们要重视的就是台湾的新二代哦。刚刚也讲过，就是说你们有把新二代放到这个新南向政策里头，可是呢，我在这个预算书里头，我看不出哪一些的预算是用在培植新二代，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哦，那么。当然，现在包含国教署所提的这个计划，它有一个新住民扬才的计划哈、哦。那这些是在原来国教署它本来的经费里面有规划。那至于说对于有关新住民二代我们说比较以娘家外交的这样的个规划，在高教跟技职，我们有一个专班的就是说专才的这种培力的计划是放在这里面，只是这个计划没有把它细分到这么细的预算来谈，因为我也跟委员报告哈。所以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报告里头，在这个新南向政策编列的情形的这个 market 的这一项有没有在国教署它是空白的，是这个意思吗？不，因为委员这个实意，如果它是空白，你要我怎么去看你们？我想这个会把这个资料再给委员哈，因为这个之前外界都会有一种以为，这个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时候，那些预算其实不明确，所以这次在整理上面也是跟委员报告，这个以在教育的人才培育的实意，它其实就是很清楚的罗列出来。那至于原来我们说新南向政策也延续过去有一些基础在持续做的，这个我们就没有特别去显现预算。好，再来就是。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在预算里提列出来嘛，是空白。不，应该说不在新增的10亿预算内了。应该来讲，新增吗？请问一下，这些都是新增多少？这十亿里面，这十亿里面，我跟委员报告，属于原来我们有在推动的计划，它扩增的预算规模，大概有将近这个3亿左右，3亿多哈。那属于完全新增计划的部分呢、啊，有6亿多，将近7亿，所以整个加起来是10亿，这10亿完全是新增的预算。是，在这里我有看到新住民子女忠诚计划娱乐学这个部分是有没有增加了1亿，但是我也在预算书里面看不出来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像有关于宗教院这边也有提到，好，终身教育这边也有提到，你在这边呢少了新住民的教育辅导活动，但是呢
请问一下，那表示说新住民的教育辅导活动没了吗？这里的预算其实对我来说，我怎么看都是不清不楚。希望这里教育部这边可不可以就是整理一份更详细的资料给本市？是，谢谢委员。这部分我会把它请同仁把它整理起来哈，因为有一个新住民这个整个阳才计划的四年计划。这里面我想会比较详细的把计划跟预算跟委员报告。好，谢谢。那再来就是报告里面有提到预期效益，就是希望就是未来新南向的国家在台的学生能够增加到2倍，对不对？就是从10%增加到20%嘛，108年要成长到5.8万人。对，我们就说我们希望用每年20%的比例来，每年20%来成长。好，那我在这里请教一下部长一个问题哦，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学校真的有办法收那么多人吗？再来，外国学生来台就学办法第5条的规定，外籍生的名额是以10%为限。我这样说有没有错误？那请问一下，你办法还没有改，你政策就要先行了吗？这个，你们说明一下好不好？是。那我请副市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外籍生3年内要提高到这样的一个数额，但是招生的名额是固定的。那请问一下，如果学生要招生，他们怎么敢有动作呢？那针对这个学生人数的比例，是不是有必要松绑？那如果要放宽，请问规划要怎么做？是报告委员。对，我们目前会在考虑就是教学品质的情况下去调整这个就是招生的这个员额，但是目前全台湾有11万多的境外学生，所有的各国的，目前我们只占8.65%，还10%还不到，但是这些还含非学位生，您刚刚讲的10%其实只有学位生，所以其实离那个10%的员额是还有空间，但是我们已经准备还要再调整。我在这里就是提醒部长了，谢谢。因为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一则新闻说到时候未来是无限开放，那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我想我一直也跟委员报告说，这个是一个务实的推动哈。那教育部会用预算来支持学校来开，真的是要培育人才的这种客制化的课程，不是只是为了补足生源呐。那这种情况下，我想会逐步的来推，也不会到无限。我想这刚好是新闻有报的话，我希望就教育部去看一看。那我当然非常乐见，就是这样多元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政策会不会排挤到本地学生的资源呢？我跟委员报告，我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双边人才的交流跟培育，那么对于我们投入给学校的这个资源，其实本地的学生一定也是一个共享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不会说只是把我们的预算投入，因为不是从纯粹以奖学金的模式来做，反而是以专班来投资学校课程跟设备设施师资的这种规划，我想这个对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提升。我谢谢部长哦。当然新南向政策对于就是教育部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哦。是。那我这里呢刚刚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办法也还没有修，正在修嘛。好，这个办法就是因为目前的比例还那个办法的比例还有很大的空间，就是那我们谢谢文刚的提醒，有关于这个制度还没有去体制还没有去调整，那我们的这个教学环境有没有做好准备？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哈，过往我们国内的学校也有些学校已经有这种跟侨外生所开设的这些班级，它也一定的基础，只是我们未来如果要以这样的比例来扩大，我想还有更多的学校是可以参与，那更多的学校可能也需要教育部的资源，也是这次预算的重点。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外国学生来台湾，他会面对很多不管文化、语言、饮食，还有心理上的冲击，那我们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例如说辅导老师有没有相关的文化敏感度，有没有对应的语言能力等等的问题，在这里的报告其实没有看出来要怎么去处理，因此呢本席也希望就是说教育部这边能够着手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文化环境的改善。好，在这里谢谢。是，我想这个预算也是会大笔的，大概就是应用在这一方面，我想谢谢刚才委员的指教。预算不太详细啊，希望就是说教育部这边能够调整一下。是，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现在麻烦请何新纯委员。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先请潘部长。潘部长。赵伟好，部长好哈。我想虽然刚刚有人批评说新南向政策
目标不清楚啦，或者是说呢是呢新瓶装旧酒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哦。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有信心来做了哈，我也相信既然部长已经有做了盘点，有做了检讨，那我希望部长，因为刚刚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如果只是阶段性的，那未来长远的阶段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短中长期的策略愿景目标就要必须非常的清楚。所以虽然你刚刚有回答这十亿不是只有这十亿，未来还会有，我还是拜托你尽快尽快，第一个盘点过去，我认为那才是一阵风的所谓的南向也好，或者是新南向也好等等。事实上过去的政府也尝试过，但是呢都不够深入，不够坚定，不够持续，不够有步骤，所以呢都夭折了。但是我们既然要做，我们就要做给大家看。所以第一个盘点检讨过去为什么失败，我也希望教育部跟其他相关的部会把过去失败的原因好好的我们自己来检讨，那在现在既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推展那未来的短中长期的策略，具体方法是什么，也拜托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完整的一个规划报告，可以吗？是，可以哈。好，那我给你时间，那请给我们完整规划，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刚讲到的短中长期的策略运用很重要，策略的运用很重要，还是在于自己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里面的一个教育政策自我的定位是什么。我举我是留学英国，英国很清楚他希望呢外国的留学生来我这边学习，但是呢很抱歉，我是要赚钱，我不希望你留下来在英国当地就业。所以呢你会看到我们的留学生选择在英国就业的继续生活下去的不多，比例不多。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的工作签证很困难。那美国又不一样啦，美国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引大熔炉啊，他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去他那边读书，读了之后呢他希望他们留下来，所以他们的不管是签证也好，或者是呢移民的政策也好不一样。那所以我就要问哦，今天我们的新南向政策里面在高教的部分，部长一直强调我们是双向，不是只有输出，我们还希望能够吸引人才来台湾，那我就要问了，那我们的定位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定位很清楚的知道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哦，其他委员有提到啊，如果我们是高教的输出，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要自己盘点我们的高教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科研计划，我们的研究环境，我们的学术环境，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如果说呢我们是吸引人才进来台湾，那我们希望他们留下来，我们的整体的人才的留才计划，这个就还要包括到什么衔接到产业就业市场，衔接到所谓的工作签证的问题，这些通通都是要法规的松绑。那部长您说有跨部会的这个新南向政策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平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我们现在高教的新南向政策的定位是什么？是我跟委员报告、哦、那么当然以目前高教教育部在负责的这个人才培育的部分，第一个当然不是纯我们说学位的这种休息的概念，也一定要跟台湾的产企业或当地国的这个产企业，尤其我们台商也有很多在经营的，这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那至于刚才委员有特别提到未来这些进来台湾啊或我们出去的这些因为个别国之间的
这个差异啊，我想会存在哈、哦。那其实行政院它本身也在发展有一个留采的这个计划哈、哦。这些其实就是我应该所谈到，有很多的环境跟我们目前的一些规范跟限制是要被讨论，那部分已经成型了。所以部长，我今天提出这些问题是要告诉你，要先思考定位是策略怎么运用。你刚刚讲到要跟，当然要跟产业做结合。我举一个例子嘛，过去我们说要帮助台商培育人才，我们过去也鼓励了很多的学校到境外去开设专班，可是成功率，来部长你自己说成功率好吗？我跟委员报告哈，为什么说这一次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策略？过去的境外的专班成果不好嘛？那你有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我想主要应该是跟我就说跟这些产企业的连结的密度啊，比较不足哈、哦。那这部分，在这次我就必须要讲了，从102学年度到我现在104学年度，我所收到的资料里面，你们提供给我的，我们事实上是有非常多的境外专班曾经开设过，可是呢，存活率很低，那成果不好。那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教育部在核定这些境外专班的时候，审核的时候，你刚刚自己提到的跟产业界的连结性不够强，那请问那个时候经济部、外交部、侨委会相关的驻外的单位的协助有进来吗？是跟委报这个过程，因为我当时没有参与，比较不了解哈。但从这次的规划，尤其像我们陈良基陈政次，其实他是多次你不了解，我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去了解为什么之前会失败嘛。是，那这个，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你要先去了解失败的原因，你才能够在现在这个跨部会的整合平台里面，把过去为什么失败，因为呢只有学校去单打独斗，因为政府给他们资源不够多，因为我们所有的驻外单位根本对他们协助不够积极嘛。我举一个例子，学校去外面开境外专班，第一个你说跟产业界连结不够，那时候我们驻外的这些国贸的这些相关的官员有没有提供资讯？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驻外单位对这些学校在开境外专班的这些班级去拓点的这些老师也好，学校驻外的人员也好，我们的驻外单位的不管是处也好啦，或者是驻点也好啦，管也好啦，我们相关的人有没有去协助？就我所知道的实务面，很多的失败的原因是在于让学校自己去单打独斗，学校去到当地要跟当地的教育当局要去做对口，要去做协商，要去做讨论，谁在他身边？没有哎、欸，就他们自己学校的人而已啊。外交部的人在哪里？然后呢？侨界的力量在哪里？台商的力量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没关系，来，外交部的次长有话要说。我点出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过去如果这些境外专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浩文，这个我自己也在驻外过了哈，我才从西班牙回来。那这个我们国内大学跟西班牙的大学的交流很多，那也有好几个是在设境外专，我不晓得是境外专班是怎么定义的啊，但是就是说他们的交流很多，所以大学出去了，我们都提供协助，甚至于包括刚才提到跟对口的教育部啦，或者是大学的联系，试填的联系都是我们帮他做的。所以这刚刚这个讲法是，你讲的是西班牙的经验啦，对对对。那我请你回去看看，盘点一下过去东南亚各国，我们这些学校去那边。我跟你讲了，我得到的资料最多的是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印尼啊。这些国家，我们当地驻外单位能够帮助的是什么？我们侨委会有没有透过侨领的力量？我们经济部或者是其他相关住在当地的官员有没有提供相关的协助？我今天点出这个问题是在作为现在我们既然要重新定义新南向政策，我们既然要更深入的去协助，而且去拓展各项关系。
然后帮助学校不仅仅只是在外面招生，我们也希望吸引人才进来台湾。那这些为什么过去成果不好的经验，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从失败里面去学习嘛，对不对？报告委员，过去境外专班各单位从来没有找过侨委会。事实上，我们在当地有侨领的关系，但是没有人找过我们。是嘛？所以嘛，我现在点出来了嘛，对不对？当我们教育部如果要开放境外专班，我们现在要花了很多钱，又要呢进行新南向政策，我们就对过去失败的经验里面，我们去寻求契机，我们如何能够更深入？我们既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邦交，我们能够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台上的人脉，利用的是侨领的人脉。那协助这些学校，协助我们教育部，是不是？是，谢谢张伟刚刚的指教，这确实是非常核心。为什么教育部会去启动策略规划小组？就是不要让学校单打独斗。那这个力量其实出去了，可能很快就这个就是我们要组国家队嘛，协助这些学校嘛，是不是？是。张伟再给我一分钟，主席了哈。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检讨，从失败里面吸取经验，好，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那最重要，另外我们自己高教里面的东南亚语系的人才在哪里？教育部有没有去盘点？我现在得到的资讯是我们高教体系里面东南亚相关的，不管是语言啊、文化相关的系所里面，全部中啊、强啊、干好不干能办诶？你哪里谈？委员，这是相当不足。为什么新的学年度要多往这个人才先培养？你们在这个部分系所的一个原额的松绑，要怎么松绑？是配套嘛？哈，是。来，那科技部长不要聊天了，我在找你。杨部长。我刚刚讲到哈，虽然我们自己国内的东南亚语系或相关的文化这样的系所的人才不多，中啊强个无超过200个那里躺，那表示什么？师资也不足。那你在你的刚刚的简报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对东南亚的一个人文社会的一个相关的科研计划，我们要支持。请问一下杨部长要怎么支持？其实我们这个，你看看这一页哈，我应该这样讲哈，因为我们以前科技部啊，主要是以欧美先进国家为我们合作的单位，所以我们以前是以学习为主，那跟全世界那个竞争高科技嘛。那对新南向政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这个要科技输出，所以我们才会说第一个要去研究这个事情。部长，我现在跟你讲说，不只是科技输出，你今天这个啊简报里面的所谓的科技输出也都很模糊了，很没有具体的一个方法。跟实际上具体的策略，你再补我一份更详尽的，你要怎么做的具体方案。我现在在讲的是说，我们国内，我刚刚问我们潘部长，国内虽然东南亚语系的相关的系所的人很少，师资也不够，但是就因为这样子，除了教育部要投入，要松绑系所，要增加员额，要吸引师资，那我们要培育人才情况之下，我看到你的简报里面有一个东南亚人文社会的一个科研计划的补助跟支持，那我就是希望说您用您科技部的力量能够跟教育部合作，协助国内的各大专院校的这个相关东南亚系所的一个硕博士也好，还有文化研究也好，各个的研究计划的一个补助要加强啊。对，我们现在变成2000万嘛，哈，才2000万。我们是要补助各大学里面哈。现在我们盘点的结果是有两个学校有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哈，也许我们会把这个计划扩大。你的盘点有错误，所以你要跟教育部再好好再研究一下。所以我就是跨部会的这个平台的整合很重要啦，所以没关系啦，部长，我是提醒你啊，你有提到，我只是希望说看到具体的作为，包括你刚刚说科技的输出，那如何真正应用在可以帮助台商也好，帮助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科技产值也好，不管那个合作的具体的一个进行的方式，还有呢，我们科研计划里面对东南亚的人文社会领域的一个科研计划的一个补助要增加，要
协助，要跟教育部合作，继续培养我强化我们自己嘛，高教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东南亚语系的一个人才嘛，跟研究丰富我们的能量，我们才能够对外输出啊，对不对？欸、我跟我说明哈，我那个人才培育方面会跟教育部合作，那比较跟产业方面，我们跟经济部合作，这个我们已经确定的，是、啊、我今天要找经济部来，欸、对那一方面那个地方对产业的科研对产业的这个效应，我们会跟这个经济部合作，那人才培育当然就跟教育部合作，这个是很确定的。好，再给我一个更详尽的，我期待看到的是你的具体的一个措施跟推动的具体方式，我期待的是看到一个短中长期一个长远的规划，完整的规划，好不好？谢谢。谢谢何委员，还有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张委员，对不起，我要先延长开会时间。我们今天的开会时间就延长到所有的委员质询完毕跟处理提案完毕。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哦，主席还是会有优势的哈，可以多讲一点啊、哦。好，我们请部长，来潘部长，嘿。张委员好，好，部长辛苦了哈。我想从刚刚中午到现在，大家其实对于南向政策哦，都有一些忧虑了哈。那何况是南向政策，绝对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而是呢，从历任的这个总统，从我们的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到现在的到马英九总统，到现在的蔡英文总统了哈。这么20多年来，其实一直都在讲南向政策。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南向政策如果简单讲，就是扩展东协的市场，哦，扩展东协的市场。那以前到目前为止都是赤手空拳，都是自己的民间的团体商人去那边打天下。因为我们现在跟东协有哪一个国家签订邦交国吗？有哪一个国家跟我们有经贸的契约合作吗？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协这10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共同经济体，所以从东协加一加上中国大陆，东协加二加三加六加八，加到现在，包括美国还有俄国都要进入的同时，现在台湾要进去，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也就是中国大陆的难题。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讲经贸的关系，但是所有的经贸一定要有人才。那这人才呢，从哪里来？也就是我们要培养更多语言的人才。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要请教部长，也就是说，在所有这整个新南向政策多了一个新，那这个新呢，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创新的这个规划，创新的方向都没有。哦，我在经济委员会，我请教我们的陈天之主委，他告诉我说，因为非常仓促，陈军哦急救章，所以呢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告诉哦所有的委员未来的方向，明确的方向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所以我不晓得了哈。你这42亿当中啊，教育部拿最多的，大概占1/4。教育部啊，在16个部会当中，囊括10亿的经费。那这10亿的经费，哦，部长要怎么花用？我请教一下。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南向政策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在往前推动，但是过去我们也碰到的瓶颈，刚才如委员所提到，对人才的培育跟人才的交流，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哈。那过往也确实在这上面呢、啊，包含我们的高教也有一定招收到这些学生，但这个学生数啊，始终有一定的限制。那再来这个人才培育的目标本身，可能只停留在招生的层次，跟产企业的合作，还有双向的供需啊，其实是少了。那这一次整个教育部所谈的人才培育政策，也正如委员所刚才委员所指教的这个重点，一定是一个对
对象国，看人家要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课程的规划跟师资的这个提供。因为我看到你的报告，我们的方向是在印度嘛，哈，不一定嘛，委员这倒没有只有不是这样子，不是。好，那所有境外的这个学生到目前为止，大概来到台湾的有11万人了哈，这全部嘿。那但是我看到印度的人数只有1000人哦，那。你现在有讲到东南亚的学生目前是2.8万，每年以20%的这个成长率，希望扩展到5.8万，要增加8万人，增加3万人，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加倍的，这要讲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不晓得台湾到底占了什么优势了，如果就我看起来了，以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日本、澳洲和美国其实早就向东协的辽国跟缅甸招手，甚至大陆呢，在中国大陆也设了孔子学院，因为第一个写简体字，第二个华语，几乎在这华人世界里面跟中国大陆的往来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呢，台湾的利基点在哪里？甚至呢，我看到也就是说读者文摘啊，他就做了一些统计，也就是说，如果在东南亚这些学生呢，他想要出国，他的选项在哪里？从一份报告里面看到，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这几个国家的高教生，他们选择的第一优先顺位都是欧美国家，第二个呢就是日本，第三个呢？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台湾是殿后的，所以我不晓得部长，台湾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东南亚的学生要选择台湾？你告诉我一下。是，正如委员所提到，台湾面对全世界了，那么当然，包含新南向的这些国家，我们真的不能再用一个比较消极或是缓慢呢，就会永远让这个机会散。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台湾要创造的优势，刚才因为几位委员也都指教，我们可能要检讨的是过去在整个策略上，包括我们的大学过往大概都是独自去以招生为目标，跟能不能去吸引，照说理论上是应该能不能去满足或得到比如说要来的这些对象国的学生他所需要的，不管在专技或是在专业技术或是这些语言上面，如果这个不能为这些对象的学生去做客制化的课程设计，你永远是用普遍通则，怎么能有优势呢？部长，我们要突破的是这一段。除了就是说，我们跟这些国家了，也许有些是语言，还有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还有宗教方面，有一些他对台湾是有兴趣的。但是呢，如果以我们放大到整个市场，为什么我会说台湾的机会可能比其他国家还要低一点，所以呢，整个这个南向的资源，如果以我们42亿来讲，当然如果拿去乱花钱，每一毛都是民脂民膏，不可以浪费。但是呢，如果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比较，你看看日本啊，它可以用61亿的美元啊，在做 ODA， 在做整个的开发援助计划。你看到韩国，它可以用5亿的美元。也可以做这个 ODA。 你看到中国大陆连一带一路亚投行都投进去了，但是台湾42亿的台币啊，才1块钱的美元而已，怎么跟人家竞争？所以呢，我们对啊，这次我们新南向台湾的立足点是有一些疑虑，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部长啊信誓旦旦的，因为我们投入10亿嘛，要去招生嘛。那你有没有想到，要去招生的同时，用什么吸引他们来？我比较担心的啦，就是牺牲台湾学生的就业机会，拿就学绑就业。也就是说呢，你来台湾，我就帮你啊，奉送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给你。所以你就看到了清大的这个印度班呐，他的学生呢就直接可以跟台积电来合作那无缝科技大学呢，他的印度班呢也可以直通远东机械就业。所以部长，
我要请教你，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台湾的学生现在还没有工作的很多哎、欸，你知道吗？是12% 的青年大学毕业以后是没工作的。人才的培育应该不是刚才委员所话的就学绑就业，然后、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很多到世界各国去进行这一些，我想这种国际人才的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那这种在状况，台湾也不能置外于整个全球。好，所以我刚才委员提到的说，这些身份就是学生。你讲的我非常清楚啊，现在是国际全球化，人才都要互相交流。但是在我们还缺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奉送这个机会给人家吗？你要不要看一看？哦，我们15岁到19岁的失业率，在2000年到2008年是非常高的，高到将近15%呢。啊，20岁到24岁的也是高，即将要到15%呢，是一直以来从2008年以后才是持续稳定的下降。所以我要告诉部长，我们现在啊最怕的是什么？培养很多外国的这些孩子。但是我们有很多新住民，我们现在的新住民呢大概有36万，我们的二代呢大概就有20万，那我们这些二代他也都是几乎都是东南亚来的、啊、所以如果以所有的语言训练班，我们可以看看淡江大学，他从1996年到2016年、哦、这十年当中啊，他其实已经把东南亚的这个语言班关掉了。为什么？没有人要读啊。但是如果教育部编了这些经费，可以给我们的二代，我们有很多越南、缅甸、泰国、哦、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孩子，你为什么不为他开班呢？就直接培训我们的人才啊。学生也是在我们这一次里面的重点项目哦，对对，重点的对象。未来我们当然不管在台湾，其实还有更多是台湾的企业在我们这些新南向的国家里面也很需要我们很多的人才往这个方向，所以它一直是双向，不是说、今天就学去绑就业好像、冲击到国内，就我想这样子可能会窄化了整个人才培育的方向。 我想、哦、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了，所以我今天也把我的意见提供给我们的部长。是，谢谢委员、这个、那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技职教育，现在的技职教育的这个精神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升学的这个情况跟人才其实是倒三角形的、倒金字塔的，因为基层的这些工作几乎没有人要做，所以技职教育的部分呢，我想部长你要好好的深思，然后再加上如何教育部跟所有的部会合纵连横，让我们的人才真正有出路，我相信这是教育部真正要为我们的青年、为我们下一代，包括为我们的二代所深深的规划的。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啊来这里请教部长，因为我想最重要，我们都知道哈，培育人才才是国家最大的这个未来，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南向政策啊，新南向加了新，那应该更有更多好的方向跟创新的这些思维了哈，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的。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好，谢谢主席。对不起，因为你书面资料好了。对，因为无缝那个科技大学这个事情哦，我必须补充，因为我刚好知道它不是就学榜，就绝对不是，它是远东机械去印度招收了学生，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招收了学生，然后来给无缝科技大学训练。好了，然后他们就要把他送回印度去，在他们的公司上班。副委员长，你再补一个报告给那个。所以一旦那个就学榜就业这个传出去，书面报告给会对我们在外面的侨生、外籍生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好了，谢谢副委员长，你再补。绝对没有这样的现象。补书面资料给张委员了哈。那接下来是徐委员哈，徐真卫委员。主席好，麻烦我们潘部长。潘部长。徐文好。部长好，今天啊我们教育部果然是文人哦，文人部，所以这个气氛非常的和谐哦。好，本席今天是针对我们这个新南向的部分哦，但是这个新南向的部分本席琢磨并不深哦。不过这个利益良善啊哦，但是有诱因吗？我们四年要花10亿，编列10亿，好，那但是有诱因吗？我们现在这个泰晤士报
将我们这个台青交啊，尤其是台大已经掉到195名以外了，所以我们的竞争力还够吗？我们到底有吸引力在哪里？我们自己高中的孩子都要到香港大学去读，都要到新加坡去读，趋之若鹜，因为那有聚集了所有国际的人才，所有的高端最优秀的教授都在那里，而且有丰厚的奖学金。在这里还是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到底对新南向这些学子到台湾来求学有何诱因？第二个，我们自己的高教到底该何去何从？如何再让它走向世界，让我们的孩子有竞争力？在这里，因为时间不长，好，没关系，给您30秒好了，部长，谢谢。徐委员，我想台湾的高教，包含我们的科技，其实有一定的成就，包含现在已经有一些境外的学生到台湾跟我们一些专班的合作，其实是有相当好的成果，包含刚才谈的吴凤远东科大等等的，其实他们创造了一些让这个是他有更大，只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些数量还是有限。那第二个，我想过往教育部可能对于整个大学到西南向的国家去，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呢、我们是给予的资源跟那个有关策略上面的对应啊是比较不够，让大学就是自行的以招生为目标，跟后续我们这次再投入的资源，希望其实台湾的学校是应该要把好的这个优势打出品牌的课程，这个才能永续啊。部长，是我们这个4年要花10亿啊，也是哦，这个在摸索中，对不对？也是在跌跌撞撞中。应该说台湾本来就有一些经验，只是这个经验应该要把这个优势再扩大。好，那我们看我们这个 PPT 第二页好了。我们这个教育啊，这个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家庭教育没有做好，我们社会就不安定，而且会很多发生很多很多的社会乱象。也因此，我们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我们的这个教育基本法的设立和制定，从1992年开始，是不是这样？委员所提的是教育基本法，是，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的基本法里面，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好，我们这里有9大项，可是9大项其实面向非常非常的宽，面向也非常非常的广。在我们的这个施行里面，我们有两个重点。是在这个亲子教育和婚姻教育，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本席想请教一下，我们到底家庭教育的部分，我们部里推动的成效如何？是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么除了家庭教育法的立法哈，那个在整个家庭教育上，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当然，另外一个是。教育部也跟透过资源啊政策，也让各县市啊去成立家庭教育中心哈、是，其实因为有一个实质的单位，但因为过往我在地方政府服务，也了解这个还有很大要调整的空间，所以这几个月我自己也特别着力在家庭教育啊，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应该在向前来突破。好，一方面是希望对家庭教育法再做一个修改，另外一个是家庭教育中心的这个功能跟它目前所。的限制啦，定位，我认为以在地方政府的层级来看，这个中心事实上受限太多，它能够去发挥的积极性的功能比较不足。所以这表示您部长您看到的问题，您也看到了症结，所以在这里真的很谢谢部长对于家庭教育这么关心哦。你因为您点到了问题，这也是我下面要问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在下一页的部分哦，我们中央主管机关对于我们第四条的部分。第四条第一项，我们家庭教育法规还有政策的研定事项。另外，我们推展国际家庭教育业务之交流和合作事项。以目前我们教育部里面有在推广国际教育这个部分吗？国际家庭教育这个部分吗？
跟文报这个大概还是以国际相关的这种研讨交流好为主啦，所以没有嘛，还没有办，就说有办这种交流，但是他的但是还没有办到国际交流。好，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还有蛮多的。来，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演艺圈啊，离婚话题不断。好，在我们这个我的 PPT 上面好像没有这一页哦。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是这个银色夫妻啊，好，但是重点是那些孩子该如何被看重，还该如何好被协助，因为在这个夫妻离异当中，他的过程是受创，夫妻两个言语的争执非常的大，但是孩子成为最大最大的牺牲品。您知道吗？现在台湾的离婚率就后面全球第三，亚洲第一，有没有很震撼？我们做了走了十几年的家庭教育了，92年制定落实到现在105年了，14年，我们现在竟然还荣登亚洲第一，这是很羞愧的一件事情，部长。所以对这部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重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数，好，下一个数据，下一个有一个数据。联合国国际公约里面，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人，好，18岁以下。所以呢，我们制定家庭教育法的那一年，92年，也是我们离婚率最高的，离婚对数最多的，64866对，92年。去年，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有53459对，平均一天。有158对在离婚，158对，那会连带的影响到所这么多的家庭，多少的家庭？好，那我们来算一下，以我们去年104年的离婚率53459对，5年内离婚的有占33%。未满10年，5年到9年有20.8%，所以加起来占54%。如果我们再把18岁以下的再加进来，大概会有30万人。传统啊，我们这个东方人传统啊，只要是离婚，后面的家族都会介入，所以这影响到的不只是30万，而是30×18，540万。所以部长，家庭教育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在家庭教育里面，只有针对我们的亲职教育，还有好亲职教育的部分，还有婚姻教育。但是我们婚姻教育您做到的是什么？婚姻教育，未婚男女、新婚者、新手父母空巢期，请问对于离异父母的部分，我们做到了什么？离异父母的心理观念的改变，还有照顾到孩子能接受他的父母离异这个事实，他的心理的辅导，我们做过了什么？部长，在家庭教育中心里面，在家庭教育这个这么大的，虽然只有4个字，但是隆隆种种，零到乐宁，通通都是家庭教育。我们总预算编多少？是我跟明年的总预算家庭教育编多少？这个数字我再请司长提供给委员哈。那我是跟委员报告，家庭教育编1.9亿。是在这个中型学习室1.9亿，您会不会觉得10亿投到水里跟1.9亿？能真的来协助所有的2300万的乡亲，来重视这么多的家庭，还有改变他们思想，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思想改衣服容易，改变思想太难了。但是你如果不做，思想完全没有办法改变。阿公阿嬷或者是父母在监护权的争夺的时候，有谁会去想到孩子？孩子不断的一代一代一代的复制，这个家庭
教育会越来越严重，这种乱象会越来越严重。部长，地方，您刚才也说，家庭教育中心地方没有办法承受，它的问题在哪里？来下一页，问题在哪里？您都知道，您清清楚楚，人员的素质、组织编制、经费支持、政策方向，还有福气关系。我们现在是政策方向不明显，你没有做5年、10年的中长期的规划，您要有一个期程的规划，还有成果的展现，才有办法去推动我们所有的家庭教育，否则您都是一次性的，能影响到多少人呢？是我跟委员补充，所以几秒钟好了哈。我想委员因为我们主席站起来，但是还有几个本席要说的，拜托部长，给人给钱，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人，没有办法去推广训练，部里在训练。但是你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做。好，最后再给部长您回答好吗？在这里啊，花莲我们在9月30、31、10月1号做了一个港台的专业研讨，对于我们以儿童为本，离异父母共亲职，这一本书真的可以给您参考一下。因为我们发现，如果家庭不稳固，会造成太多太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来解决家庭的问题。但是必须要部里面支持全国的家庭教育中心来做这件事情。这里有很多非常非常的多的资料，县政府非常的用心，给我们部长参考。好，谢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刚才说一开始我说这个修法跟家庭教育中心的重整，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是整个中长程的计划，我也要求重新的把它做一个整理，这个才会搭配相关资源的有效应用。谢谢。那第三个我跟委员报告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是必须共同努力。的确，所以我简化所有的统合四导，总共剩10项，其中有剩一项就是叫家庭教育。原因我一直希望地方政府也必须要在地方上啊去结合相关的力量，也重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刚才委员说指教这个问题才会真正的发展。我是从几个面向来思考整个家庭教育后续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部里面的协助和支持嘛，所以地方政府能来做，地方政府也跟这个地方法院来结合，对于离异父母的部分在做心理上以及家事的协调，但是需要全面性去改善的部分，真的要家庭教育中心要让它发挥最大的功能。第一个，我们的议题要定出来，离异父母共亲职的部分要定出来，否则您在家庭教育里面是没有这一项的嘛？好，是不是？好，那好，所以在这里，谢谢徐委员，这个给我们的部长来参考一下，谢谢好吗？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最后登记质询的是游美女委员，不过我们的许志杰委员在现场，等一下我们给他5分钟，谢谢。主席和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潘部长来。潘部长，谢谢。尤文好。潘部长好，潘部长辛苦了哈。我们今天谈这个西南向政策的高教输出，还有科研合作跟高等研发技术人才的培育。那其实关于西南向政策，在昨天院长的这个总质询里面，其实也提到，那部长也从头站到尾哈。所以现在就整个一个西南向的一个政策，我想非常重要的，就像陈鲁昨天所提到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从李登辉总统、从陈水扁总统那时候都已经有所谓的南向政策，但是显然这南向政策是没有成功的。
那所以呢，在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委员都做了一些的质询，所以我想要请教的是说，当我们在拟定这些政策，所谓新南向政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对过去的去做这些的检讨跟盘点？因为事实上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其实刚刚这个我们的主席也提到，你必须要先去做一个定位跟做一个盘点，所以这里面会牵涉到了，就是说，好，今天我们一直在看到，好像我们是要去到国外去招生，把他们外国的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的优秀的学生找过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帮他们训练，然后或是呢，我们这边的人呢，学生送到那边去。可是在这里呢，要去看的就是说，好，我们这样的人移来移去，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因为这里总是要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的移动，我们说在台湾，其实这里面有所谓的境外专班，其实我们以前也不是新，就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的。那今天呢，其实政府要做这政策，其实是说我们站在旧有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去盘点，对不对？譬如说，好，对于这些所谓的东南亚的这些的语言文化，对不对？它的宗教，它的历史，我们台湾到底认识多少？我们不能够只是仍然站在我们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说我要去跟你做生意，我要帮你训练人才，然后我要把人送过去，然后去做生意。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今天好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所谓的需求性，我们要去跟他们所谓的新南向，我们要去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要去要去让有一个经济的拓展，我们有文化的交流。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要被需求性啊，人家要不要跟你交流？人家要不要跟你做生意？人家要不要让你设厂？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就像刚刚一直在讲的，是一个双向。那怎么样双向？这里就牵涉到的是说，好，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要过去那一边，那我们必须要对那边的我有所了解。是。那我们对那边有所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东南亚的小联合国，这是我们的利基。可是这个利基，我们大家有没有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利基？还是我们一直把它说啊，在国内的这些东西，它都不是我们重要的，它都是我们的负担？所以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新南向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翻转思维。我们以前怎么样对待东南亚国家？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语言，对于他们的宗教，其实我们是陌生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心思想要去了解。然后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是把他们的人低价的劳力把他引过来，来当我们的外籍劳工，来当我们的看护工，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我们会不会走的又是回去了？就是说好，门户开放，所以是开放了一堆什么？仍然是把这些外籍劳工引进来，然后呢，仍然是用一个低价的劳力呢在使用。还是说我们今天要开始把他们当作是一个伙伴关系，我们开始去了解他的文化，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他的语言，甚至我们去说他的语言，然后呢去了解人家的整个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甚至呢也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些的经验能够输出，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的第一个，我们的态度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来对待，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学习的一个国家来对待。那如果是能够这样的一个翻转的时候，我想所有的政策就必须要重新再去检讨。那这里面有我们的利基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东南亚小联合国，几乎有将近百万的大军，有七十几万的这些的外籍的，不管是外籍的劳工、外籍的配偶，或是甚至呢，如果再加上新生代、第二代这些把它算进来的话，应该是百万的大军。当有百万的大军在我们的国内，那为什么我们对那个国家是那么的陌生，是那么的，对不对？不是那么的友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要短期的，譬如说好，今天我们的厂商要到那边去做生意，所以在这里我不晓得说为什么今天好劳动部有来，可是为什么经济部没有，为什么文化部没有？所以在这里就说，当我们在做所谓的横向的跨部会的连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文化为要，对不对？为优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文化为优先的话，可能还有包括我们的出版业、我们的图书等等，我们在国内有几本东南亚的书，几乎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一个想要去跟人家做生意，或是想要去促进两边的贸易交流等等，我们对他们却是那么的陌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是说，第一个能不能去好好去盘点，然后对于这些我们即使的人力
事实上什么？我们有第二、第二代，他对自己本国的、自己的母语嘛，对不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嘛，他们已经很熟了。可是他们所缺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去培育他们，所以这些的产业的这些产业所需求，所以我们要去盘点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人力在哪里，我们的利基在哪里，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厂商的需求在哪里，有多少的厂商愿意到那一边去投资，去设厂，去做贸易等等，那这些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去培训，所以我们事实上有这些的人力，这是可以短程去做的。当我们说要把人送去那里学语文，或是呢把那边的人来送进来，那我们这里又牵涉到了第二个，我们把外面的人引进来之后，我们给他们培训，然后之后呢，那这些的培训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那以前我们曾经培训过那么多人，那这些人在哪里，那这些人可不可以所用，那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们是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的人力的盘点，我们的利基点，我们的缺点，好，就我们的需求，然后我们的被需求性，然后呢我们的短中长程计划能够把它弄出来，是不是可以？是，谢谢尤委员，刚刚尤委员也特别提到新政府提出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做当作一种基础啦，然后也透过人才的交流先行，而不是过往可能比较谈到以经贸，其实这个没有人才的去做双向的交流，其实它是比较难永续的经营。所以这次在整个新南向政策，教育部会特别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那刚才委员所提到对于过往所进行的这些政策的一个盘点跟检讨，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也都是比较用一个比较突破过往可能教育是由学校各自的去进行，从招生的角度跟现在是比较希望能够特别去考虑到对于对象国家的这些人才，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开设出能够去我们说比较客制化的这种品牌的课程的培育，这个才会让大家彼此建立起包含我们友善的关系啦。否则如果只是把人家来填充我们的生源不足，我想这个路绝对走不远。所以这次在预算的规划跟计划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牵涉到整个各个部会之间的横向的关系，因为整个新南向政策不会是只有教育部，当然我们看到里面教育部框的最多的预算框了10亿，那我一直在探讨说为什么教育部框的最多的钱，因为你们教育部的这个经费没有上限嘛，因为教育部你们的那个上限还没有，所以你们有钱可以去框，那其他的部会可能框不出来，但是事实上这个部分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是一个跨部会的，对不对？我们到底我们 这所谓的定位，我们一个是过去，一个是人要进来，那在这里面需求跟被需求性里面，我们的地基，我们到底现在已经有多少现成的人力到底在哪里，那这些的人力我们是不是能够怎么样把他们培训。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刚刚你也提到这部长也提到嘛，比如说远东科技已经有，对不对？远东机械已经跟这学校的建教合作，这模式已经出来，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好的模式，对不对？或是呢我们看到像说中原大学的他们的育成，对不对？对学校的育成然后送出去等等，所以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零的基础上，其实是在一个已经有的，所以怎么样好好去盘点这些的资源，怎么样好好的去这些钱是善用在这个刀口上，而不是说真的就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十年这个什么五年500亿的就钱就花掉了，然后都没有留下什么。好，那我们希望的说现在的这个新的政府不是这样子。好 OK， 是好，谢谢尤委员，谢谢。好，谢谢尤美丽委员。接下来徐志杰委员五分钟。好，谢谢。哦，主席大家好，时间有限哈，我们请那个科技部跟教育部部长啊，来，两位部长请。两位部长好哈，我们那个教育部的那个新南向政策有个关注青年发展，那要提升了我们青年对于新南向国家的认识啊，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心里就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小学生对于我们东南亚的认识是什么感觉，好像有点模糊哈。我们看了一张图哈，这个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小学生的世界观啊，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这是强大的台湾，
那这一个国家叫哪个国家？黑心商品跟诈骗集团出口国，这对几国你知不知？据说是中国了哈。那这里是哪里？妈妈说饭没吃完会被送到这里。这里是哪里？非洲。哎，这小学生为这多真趣味啊！这个是欧洲嘛？欧洲是什么？波斯猫生产地。啊，你看这叫北欧，北欧第一个是很冷。第二个呢，整天喝下午茶不用上班的世界，啊，所以他这个其实他很有一个他自己的概念，当然他对美国这样子讲好像也不太好了哈，这叫邪恶帝国，啊，然后这一个那是这是哪个国家知道吗？断背山，为什么断背山叫加拿大？因为断背山在这里拍的，啊。这个是哪里？南美洲。叫他们印象是都在踢足球。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菲律宾。有很多人叫做玛利亚的佣人。那这一个国家，这里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对不对？叫做一些差不多的国家，就是都差不多先生的，对了啦。好，为什么要拿这一张小学生的世界观给我们的部长看？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印象之一啦，不全然对啦哈。但是呢，就说我们对东南亚似乎有一点歧视人家的意思。你看，什么叫玛利亚？什么叫差不多的国家？所以表示我们的教育其实是出了问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小学、国中、高中的历史跟地理课本，部长你们知道他们现在在讲什么吗？对于东南亚的介绍多不多？很少，对不对？我们还是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很多。然后呢，整个世界的历史地理是介绍的，平均比例下来算是相当的少。好，所以呢，我们两位在教育部跟科技部都是进攻东南亚非常重要的部长，结果现在你们到底对东南亚的了解有多少？你了解我们台湾人对东南亚的了解有多少？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想我们第一个就先请教育部，就是这个课纲哈。我们107的课纲是不是有必要调整？是，谢谢学员刚刚的指教哈。其实这些年整个台湾社会哈，其实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跟这方面的真一直在努力也进步当中了。好，我现在时间不多，我现在是说是，所以在课纲里面我也跟委员报告关心的这个 OK 107学年度的课纲，新的十二年国教，对，其实将新移民的这些母国的文化语言啊列为课纲的项目哈。好，我想这是一个说包括很重要的起步。对，我们既然要去新南向，你至少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啦、地理、风俗、人情等等啦，不只是语言啦，可能要多一些了解。是，好，所以这个部分还要需要教育部再加强啊。那另外一张好，这张是啥物？你敢知？大一新生人数的预估啦，哈，今嘛1805年，大一人数大概多少？250,000多，啊，然后呢，他会逐次。一直到109年、108年的时候会24万多啊，越来越减。到个109年的时候21.4万，上低是到117年15万8。好，啊，这是你们教育部的资料，啊，好，那我们在新南向，事实上在这个区块这几年来要去弥补这个大概有4万的差距。那甚至将来这八年来，我们预估民进党执政八年，要好好的做哈。到了这八年之后呢，这里啊至少八年，这个部分你看变成18万，所以你没有看得很远，没有要怎么样去补，你到时候都会来不及。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的讲了哈，我再讲一个新南向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我前几天去南科
啊，那高科啦哈，陆竹科学园区，看到那个螺丝变牙根，三块变五千。好，我们教育部跟科技部下一次，我想今天没有时间，下一次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哪一样的先进的科技，到底我们教育部要拿什么告诉东南亚的孩子们，来，你来我们台湾读，我们台湾可以教你吃啊，让你有兴趣啊，不然讲太多都是空的、啊、我们不希望讲太多的口号。我一直觉得说我比较喜欢讲例子，是不是下一次我们两位部长啊，应该给我们一点例子，好，那这样子学生要来很容易就吸引他，哎，三块变五千，对不对？螺丝变牙根，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有吸引力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去告诉学生、告诉孩子们呢？甚至告诉东南亚的啊国家来啊，来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都有这么好的物件。最后小小的再补充一点，那个田委员哈啊。现在叫侨务副委员长，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哈，请啊，我不知道教育部有没有告诉你，台湾的台商学校在那边缺师资？我没有，但是我知道有缺师资。好 ，OK， 教育部还没告诉你，对不对？应该是我们这个其他的部长，我要的是这个东西。同仁开会的时候，他们没事，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我跟教育部讲过。东南亚的台商学生的台商学校的台商跟我反映过，那教育部要怎么样去改进？你看，连侨委会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护？来，对不起，报告委员，我们有跟教育部协商过，希望我们的流浪教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因为他们比较缺的是中文老师，我们学校我们国内的一些应用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去那边教书，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他们只承认去海外教书的师资，但是我们希望因为去那边的薪水比国内低很多，希望可以再加上其他的福利，但教育部一直都、啊、好像有还没有规划出来，有困难，有困难、哦、比如说给他们是好谢谢，我们现在这样了，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好意思拖太多的时间，已经天色已经晚了哈啊。那重点就是我们的田委员刚提到了，我跟教育部反映过的问题。其实教育部，我觉得你们要有一个问题处理小组，就是说委员跟你们反映的问题，而且确实是当地的需要，确实是新南向进步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小组在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教育部应该跟侨委会、跟当地啊，再做更多的联系。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处理？希望说将来可以给我一个比较确定的答复，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好不好？报告委员，不只是我们东南亚的台商的子弟小学啊的学校缺师资，我们的侨校也缺师资，像马来西亚缺六十几个师资，那他们非常希望由我们台湾派老师去，而不是中国的。中国要派免费的老师给他们，他们一直抗拒，希望我们台湾给他们老师。但是我很担心，当这些老一批的校长、主任退休了之后，是让中国老师就进去了，那我们这些学校可能就一个一个失去。好，谢谢我们的田委员，所以教育部长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好，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务实的解决问题，这个比较重要。好，不要讲太多的只是口号，好，我们希望有具体的政策。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耽误大家时间。好，对不起，那个主席，我在报告，我们失去了这些侨校书面，好不好？好，对不起，因为时间已经好 ，OK， 谢谢哈，也谢谢我们副委员长这么的尽心尽力了哈，所以也请教育部跟科技部，我们各部会也都能够一起合作哈，把新南向政策做好哦。那今天。下午登记质询的委员哈都已经发言完毕啊，那有林俊宪委员、余婉如委员、吴志扬委员、徐真卫委员啊，都已经提出书面质询了。那关于今天下午的会议做如下的决定哦，第一个，我们报告及询答完毕，那委员所提的书面资料呢，书面质询请列入公报并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那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有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哦。那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了。今天下午有委员提出哦，临时提案有两案哦，请宣读第一案。
拟此提案第一案，建议我国100年度各部会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中，教育部编列10亿元，占所有新南向新编预算23.6%，高居第二位。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之规划蓝图却模糊不清，原请教育部研拟该计划之短中长程计划，于3个月内提交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委员庄嘉宾、张烈万娟、何新纯、尤美女。建议完毕。部长 OK 吗？是，我跟招委报告，因为今天我们是以专案报告，不是提完整的计划了，是啊，所以我建议是不是提案当中第二行的教育部新南向到第三行的模糊不清，我觉得部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文字做删除，就写对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与本委员会之专案报告。喂，你要怎么修？不是，照我建议是教育部那几个到什么模糊不清那几个字就删除，然后之后教育部就是提出如主席所提到中长程计划嘛，哎，同意了，好，同意了，好，由美女委员说 OK 了，好，是，好，谢谢 ，OK OK， 好，那确认一下就是教育部，对啦对啦对啦，就刚刚教育部建议的啦，由美女委员已经同意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第二行教育部。开始到第三行模糊不清这一句话就整个拿掉，好不好？那3个月内 OK 哈，好。那本案照案通过，来接下来第二案，修正通过，对不起，修正通过，嘿，来。第二案，教育部国教署因承办人员更迭，尚未核定各级学校105学年度第一学期特殊教育助理员之经费，导致进度延宕。特殊教育助理员是为保障学生身心障碍学生有接受适性教育之机会而设置的专业人员，负责协助学校实施特殊教育，而学校个别于7月向教育部提出原额申请，国教署则应于9月前核定，才能于学生开学前完成聘用程序。然而现今已10月份，尚未完成核定，事故致使部分学校不敢先行带电经费。聘用特殊教育助理员严重影响特教学生之权益，为使学生特教权及特殊教育助理员工作权不因行政程序延宕遭致损害，要求教育部国教署应尽速于1周内完成核定程序。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张烈万娟、苏巧慧、李丽芬、何新纯。我要补充说明哦，我记得这个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啊，哈，员额的增聘还有预算的增加，事实上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要求，而且也提案决议的哦。那我当然是很高兴看到教育部真的有增聘啊，哈，有增加员额让各校来申请。可是怎么会让这个行政程序延宕到现在还没核定呢？为什么？那个要不要署长讲一下好了。是，报告招委，那个因为这个经费现在大概是需要1600多万，那这个部分是超过我的授权额度，所以会送到教育部，那我们会在1周内依照委员的提案把它完成。那你还没送给部长啊？还没有到。这个我就私底下再来讲好了。我现在很好奇了，什么叫做超过你的额度不能核定哦？这个东西啊，哈，我记得已经争取了好多年。那呢，也坦白讲，在上一任的任期的时候呢，也都提过，也做过决议，然后当时的教育部长也都答应了，才会编入这个预算。那呢，结果我们这是今年度的吧，对不对？105学年度的竟然会延宕哦，这个我觉得部长你检讨一下这样子的行政程序啦。我觉得这个特殊教育的这个助理员的这个很重要，对每个学校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来讲很重要，对老师对学校也很重要，这一环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拜托拜托，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好，所以1周内 OK 哈 ，OK 好，照案通过。好，那请问一下哈，对不起，各提案已经有没有委员要补签？你们两个委员，等一下，刚刚第二案你们两个都补签好不好？都有了哈 ，OK， 好。那报告委员会哦，今天下午议程处理完毕哦，那现在散会，谢谢各位。拍摄哈，好，大家好，耽搁，再些时间。
简单嘛，一点都不难。有人辛苦了，辛苦了。我们找个时间哈，要是以后有看看排什么时间，我们带你，我们国研院那个地震。